哎，嗯，多啦，do you？哎，多多，哎，哎，多。G，不好意思啊，接下来是我跟林医师的时间啊，你的时间在后面，G，你的时间在后面。Well, my question's important, I think. OK，last question。Okay. Have you ever had depression before? Come again? Sorry. Have you ever had depression before? Me? No. Yes. I hope not. I hope not. I hope not. OK，好，好。李沁，你等下讲可以 mute 掉 AG 吗？暂时。好，谢谢刚刚李医师简单的介绍，可能我们也是很多人会好奇，就是你读医科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领域可以给让你选，我相信在你那个时候，心理健康可能也不是那么普遍，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方向啊，去作为你的专业呢？OK 啦，其实very good question，其实蛮多人也是有问一下这个问题，why psychiatry 周末要选心理课？最简单的答案，假期很多，搞完了，其实假期也是很多一下，所以我们有一点 extra holiday 的。但是最重要就是，我记得我做 rotation 的时候，就是讲我们读医科的时候是，就是我们叫是 minor portion，就是我们要懂，但是不需要赚。So 那时候我有一个 senior 在精神科，他跟我讲，其实，在医学课里面有蛮多课一下，但是只有一两课你会看到整个病人 as a whole as a 人，或者但是 it's true，你去 orthopedic，通常你是。你 just focus on your bone，你是专在你的骨，或者是medical surgeon，你其实也是 focus 在那个病或者那个 part 罢了。但是唯有在精神科，或者是还有一个是 family medicine，then you really 是看到整个，你要照顾整个病人的 individual，so we work very close，我们有welfare officer，then we basically everyone 啦，so that's one of the reason。其实我其中一个one of the thing 有吸引到我啦。OK，这个也是我诶，蛮新鲜的，也是第一次听过。的确，心理平时很多专科就是看你的一个特别的部位，但是心理医生是认识这个人，是要照顾这个整个人 as a whole。好，那在李医师开始跟我们分享之前呢，可能在这一边跟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今天的流程。那接下来呢，李医师呢，他会先分享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比较迟开始，可能到8:45，然后到8:45过后呢，我们会有问答，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在 chat box 留言，或者你们可以先写起来，等下我们可以开放让你直接问我相信 AG 现在已经写了20个问题了。问李医师小时候的故事，从小问到大，OK，so 这个是我们的流程，上半段李医师分享，下半段我们可以有一些问题然后在李医师分享的时候鼓励大家静音不要打扰到这个分享当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还是可以在 chat box 留言，我们会帮助你然后没有什么了，就把时间交给李医师吧。OK，share screen。OK，thank you, Jeffrey。大家看到 screen 吧？应该是看到了哈。看到。OK，so 弟兄姐妹平安，晚上好。通常我是大概是介绍我自己先啦，但是其实刚才已经介绍了我是马大毕业。等在圣米兰有做过工，等回去神的恩典说我可以回到霹雳州，等现在我是在丹中路丹做工，等
那个是as a medical officer， 然后过后就继续读我的心理课，是在 UM 有做过 ，then 我现在回了华师大 ，then 其实我也是有在 Slim River 那边做过 ，OK。通常我还没有给分享之前呢，我有一点的 disclaimer 啦如果不是这样，如果 OK， 其实这样啦这个 talk 是没有 sponsorship 吧。所以通常我们医生通常给 talk 之前最好是给一个 conflict of interest declaration 啦。所以是没有 sponsorship， 所以 in case 我 accidentally 有讲到某些药啊，我不是打广告啊，所以偶尔我尽量不要提了，我尽量不要提啦，是因为我们是 ethics reason 啦， but in case 我 accidentally mention 了，所以是不故意的啦哈。第二个 disclaimer 就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啦，其实我不是受华语华文教育的，所以我其实我的华语很烂很差的，所以偶尔我是会讲到questions later 啦in case 我讲到你们不明白或是讲错音嘛，但你们不要笑我啦，你要笑我就不要，你要笑的话不要开声笑啦，你就录了然后慢慢后面笑就可以了啦哈。其实不用紧，如果你真的需要翻译你可以叫我出来OK 啦 OK 啦，应该可以吧大家也是听得明白了哈。OK， 这个是 Hospital Baguio Looking， 但是我现在做工的地方或者是比较小年纪的话会应该没有听 有可能没有听过丹中荣牡丹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比较年纪会有到了某个年纪大概也是会听到红毛丹这个地方的红毛丹就是好像你在香港的戏那时候青山大绿去青山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青山咯我们是在马来西亚最大的精神病医院 ，OK 马来西亚有四个大的医院我们不是讲 department， 我们是讲大的医院，就是整个医院都是精神科的我们那边大概是 self-sustained 的，意思讲我们有自己的 rehab activities， 我们有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好像一个钢蹦在里面啦，所以我们有自己的 agriculture。我们有自己的巴萨丹尼，是讲我们的 patients 会做某些的 activities we even have a car wash inside， so we have 我们有千三个病床， so at any point of time 我们是大概是 70% full 的， so roughly about 1000 plus inpatients， so that is Hospital Baguio Looking Da la。 OK，通常我们讲到精神科的时候通常是一般上我们不 popular 的你很少听到有精神科psychiatry mental health 这样的东西，通常如果是看到是因为有某些比较负面的news 或比较负面的东西发生了然后你就突然间那几天你就看到报纸里面都讲很多mental health 精神科的问题especially 如果是有某些比较出名的人是去世了有弄到好像是 mental health 的，你看了明天后天通常都会一两个 interview 的。 OK， 大概是这边有四个人应该认识吧比较老的 of course Leslie Cheung Robin Williams， 比较年轻的最上面那个是 Shiny 的现在很popular K-pop so 这四个人有同一个东西，就是大概他们四个也是是 suicide， 是basically 是自杀然后去世的。 then 过了这I still remember 就过了那他们去世的时候那几天都是很多的是一些比较新闻是有 focus on mental health 的。另外有可能性就是会有出现在新闻里面，就是如果是也是有负面的新闻，说 violent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大的负面的新闻you all remember 有应该是去年或是两三年前，你记得有
因为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人去到一个印度庙里面，然后弄了 basically 弄坏了那个庙啦，然后那个事情是闹得很大的应该有可能你们没有听到，因为那个做的就是马来人，然后是印度庙，所以华人一般上是有可能 miss 掉那个新闻，或者是在华人报是没有，但是其实在印度社会或是马来社会那边，那件事其实蛮大一下的especially 我记得那一年是 being politicized 啦 ，OK， 其实那位的那位仁兄啊，其实有一点的精神问题 ，then after that 也是有报道到他的 assessment， 所、so, 以通常如果发生这些东西就大家都是很注目，哎呀，什么是精神病，什么是精神的健康啊，所以很多人就注目，然后过了蛮多或过了几个月，哎，突然间又没有人理了，但是是不是每一次都是有听到那是负面的新闻才是会有人会注意到呢 ？Well, the other one 就是这个报道其实是在18年那时候是 announced 的，是在当然有一个 study 每一年其实Health Ministry 啊都有做一些的 survey 的，然后每一年的 survey topic 是不同的Mental Health Survey 是在15年 OK。然后很多人都有 quote 这个 study 的他其实不是我们去年做那个班级啊，班级是其实是看你的 demographic 的一个是 health survey 来的 OK， 所以15年那时候 study 是有what we call National Health Morbidity Survey， 所、so, 以那个 result 其实蛮惊人一下的是quoting 大概是 30% 的人有精神上的问题OK， 30%， 意思讲这边有我们有二十对，我们是20多个人呐、啊，20多个人里面是大概是6-7个人有精神上的问题，是蛮common 一下的。但是又不用急，其实如果你看清楚那个 survey 的时候，30%的人有精神问题，不是有精神病，是有分别的哈。精神病跟精神问题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来的。当然是精神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它可以弄到有精神病，所以两个是有一点不同。但是其实也是有蛮多比较正面的影响一下的。OK， 其实在这边，其实我放的三个人上去，其实也是蛮出名一下咯。当然华人都是有认识到丁少满啦。有可能有些弟兄会懂最左手边那个人了，是 David Beckham 嘛？没有看球的不懂了啦，看球的人就是懂了。David Beckham 现在看球也是不懂了，因为他没有在 Manchester United 了，是过去美国了。OK， reportedly 啊，这是 quoted 啊 ，OK，David Beckham 有 OCD 的。Catherine Zeta-Jones 是演员，有 bipolar， of course， 郑秀文有 depression 啦。其实especially 如果郑秀文你听到他分享一下，其实你可以听到他很正面的东西，就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怎样manage， 怎样来胜过这个忧郁症的问题。OK， 其实是 of course， 因为我们要明白很多报纸啊，或是 media 的时候啊。负面的新闻其实是比较容易来 sell 的，但是幸好现在跟 maybe 5 years before 或是10年前会比较多比较正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 focus 在这些正面的东西了。OK， 其实还有一个日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一年10月10号是 World Mental Health Day， 是很多人都不懂的，但是 of course these few years 因为很多 focus会放在精神健康上。So every October 10号 and the other one 就是9月10号我们看到很多 activities 啦有 pay attention 其实有的。OK， 10月10号是 World Mental Health Day， 9月10号是 World Suicide Prevention Day， 尤其是这一两年因为有那个 study， 然后去年
如果没有记错是阿公的女儿做了我们的 patron， 所以会比较比较容易办事啦。OK， 所以很多人是讲，哎，什么是健康？健康其实很多人就讲，哎，我没有病是健康嘛？是这么简单嘛？所以 I just quote you 啊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的 definition， 它讲什么是 mental health 啊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ceived self-efficacy, autonomy, competence, intergeneration。OK， 你可以读，但是 what I just want to stress on， 其实 mental health 或者是精神上的健康，不只是讲哦，我没有病。我没有什么障碍哦，这个是就是健康了，not really. Of course, that is one of the focus 啦。其实我们 focus 是在 function 里面。When we talk about mental health， 就比较什么是精神上的健康？我们是讲可以 optimize， 可以限制到我们的能力啊，在我们做工里面啊，我们在家庭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 handle 很普通的。压力啊，工作啊，或是 anything that we face， OK， 那个就是 mental health， OK。所以通常我们讲精神健康的时候是其实有几个 aspect 我们可以看的，不是只是哦，你我们怎样想通常我们是可以在三四个 aspect 里面可以了解到的。Once we understand， 就比较容易点看到，哎，其实这个有问题嘛，这个我们的朋友有问题嘛。第一个就是认知 ，OK， cognitive function， 就是讲我们可以记到东西嘛，我们可以 focus 到东西嘛。Then how fast 我们 process 一般是讲我们讲 measurement of IQ，OK，okay? 这个是 cognition 来的 ，OK。第二个就是 behavior， 我们的行为。So 有些人呢，他讲，哎。看到他 IQ 不错啊，他 EQ 也是不错，但是他的 behavior 的行为是satu macam啊 ，OK， 所以偶尔上是他的行为上有一些问题 ，OK， that is also a component of mental health。第三就是 emotion， OK， 所以我们讲我们的情绪 ，of course， 很多人都有讲到 EQ 那些东西啦 ，OK， then 最后总结上是 mental health 是关于到我们如何的思考。How we feel, how we think, how we behave， 怎样的思考，怎样的感受，或者是我们的行为 ，OK， 这个是大概是我们看到 mental health 的 component。OK， mental health 重要吗？重要 ，OK， 因为一般上它是可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 ，OK，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OK， 甚至到有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影响到我们 physical 的健康啊，我觉得好像很奇怪哦，哎，这个是 mental health 嘛， so what got to do 跟我们的 physical health， 其实很容易的，如果你家人有些比较年长的啦 ，OK， 70岁80岁呀，你看到他偶尔他好像不开心啊，或者是好像有些东西很担心的时候啊，老人家不会跟你讲我很担心的，他们会 complain what， they will complain of pain。Usually will be like that. 他们通常讲，哎呦，一头痛啦，一头痛啦，骨痛啦，一头颈痛啦。其实是蛮 common 一下的，因为你注意一下，你注意一下，其实有的。Of course， 有时候是真的是有 pain 啦，有痛啦。但是老人家通常有精神上的压力，或是精神上不懂这样去handle 的时候，通常会 translate 到 pain 的。OK。一般上怎么讲，哎呦，我们会怎么会弄到有这个精神上的问题，精神病这些东西，其实有几个因素我们可以看一下的。第一就是any trauma， OK， 有什么不愉快的东西啊，或什么我们以前小的经验都可以弄到我以后有一点的障碍， OK， 比如讲小的时候父母很严，或者是甚至到有 abuse 的时候 ，of course 你大了过后就你会发觉到很难去信任别人，很难去 build bridges， then because of that 你就觉得哎呦很容易就很大压力 ，then of course 可以 lead 到去 depression 咯，或者是比较 recent 的我
3、4月的时候，我有一个 officer 刚刚有一个很 bad 的 accident 在巴鲁马林那边 highway 的撞了车，然后就 overturn， 然后他没有事啦，他是没有事，但是 very bad experience， 所、so, 以一两个礼拜不敢进车里面。OK 啦 ，this is still normal 啦哈 ，OK， 但是如果是他是会连续一年两年不敢去上车的时候，不敢驾车，其实那个是已经成为了一个精神上的障碍了。OK， that is what we call PTSD 啦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所以其实我们生命上每个小或是大的每个经过，其实对我们健康，其实心理的健康其实有影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个性不同 ，OK， 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的。So that's why even when we talk about coping 啊，等一下我们会 share 一下，哎，我们有 stress 怎样做、啊？每个人不同的哦。有些人你讲，哎呦，很 stress 哦，回去睡觉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不同的，我看一下我老婆在不在，我老婆不在就可以讲我老婆了。女人 stress 怎样呢？去 shopping 咯，对不对 ？OK， 年轻的打机咯 ，OK， 我曾经也是有打，我曾经都系后生啦 ，OK， 现在老了啦，不可以挨夜啦，以前可以打机打到两三点嘛，我是那时候我是玩 Dota One 的，不是 Dota Two 啊，是 Origin 的 ，I saw 有 Clan 啊我们。OK， 所以每个人个性是不同的。你会发觉上有些人是很内向的，所以你要他怎样 share， 会怎样去 handle 东西，跟一个比较开朗的或是比较外向的人，整个 handle 问题不是不同的。OK， 但有些是 environmental social factors， 有些 study 会看到 immigrants 啊，就像你搬去一个新的国家啊，那个 risk。那个风险是不是比较高的 ？Understandable， 因为是很多 stress 嘛。Just think about it， 如果我们去按摩的国家啦，啊，现在你去按摩国家去美国、啊、就危险了。他看到你是有一点像华人、哦，我们是华人啦，像中国人就给他打了了。OK， 所以很多 environment social factor 是很难避免的。OK。第三个最后一个是 biological factors， 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要 stress 的，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讲，哎，我又没有家里又好，性格又不错啊，又没有什么 social 问题啊，但是有时候是我们 biological 有些因素弄到我们有这个精神上的障碍的。OK， I think time 我们会。skip 掉这个 ，OK， 所以很多人其实很多年了就很我们精神科不是很 popular， 所以因为中国那边很多人讲，哎呀这些，哎呀不够强罢了啦，不是病啦，你去放松哈啦，你放松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有人不懂啊，其实精神上的问题是很多 biological 的 origin， 你是讲我们脑里面其实有很多有些变化了 ，OK， 所以有些人是很有这个Y 群这样子的 genetics 来的 ，OK。Of course， 如果我们家人，尤其是 first degree 还是讲父母啊、孩子、兄弟姐妹有的话，但我们的 chance 有其实会比较高的。Of course， 因为不是每个 study 是有啦，比如讲如果是有家人。有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一般上的人是有 1% risk 的，有1% 的机会会得到这个病。这个是没有看你别的因素啊，没有讲你的 personality 啊、social 或者 stress 啊，只是讲 pure risk 啊，是大概是 1%。但是如果是我们家人有是 first degree 啊，大概是会 jump 去 10% 的机会。如果是 twins 啊，是twins 是双胞胎啊，那个是 50% 了。两个 family 有两个 parents 有，也是有 50% risk 了。
OK， 因为有 genetics， 但是问题就是 psychiatry 是它不像是塔拉西米亚这样，我们可以 identify 一个 gene， 它是有很多 interplay of 不同的 genetics。OK， 所、so, 以如果是有 genetics 了 ，then 啊、其实那个 risk 是 higher 的。啊、刚才 Jeffrey 有问我，怎么选啊 psychiatry？ 是其实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本身家人是啊、有很多 risk。但是我 uncle 啊，有我家族里面有 schizophrenia， 我家族里面有 depression， 但是其实是不是 first degree， 是 second degree， 我其实讲我是我的 uncle， OK， 所、so, 以其实 risk 是 lower 了的， OK， 啊、这个是 genetics， 第二就是 brain 有一些什么 trauma， 其实脑啊是很 sensitive 的，啊、我不懂这边有谁有是有 study 做医生。啊、或是 有做 lab 的啦哈、啊、如果有做 lab、啊、你有 touch 过脑、啊、你就懂了，脑是怎样的呢，脑是好像豆腐这样的，那个豆腐、啊、其实、这个 story 我每次讲我都会讲了，那个脑就好像豆腐这样，你剁下去、啊、就是好像剁豆腐这样的，就这么的 sensitive 的，但是上帝很奇妙，这么 sensitive 的organ 啊，它放在我们 skull 里面啊，你怎样 cock 都 cock 不难，然后它有一个 layer of fluid 它去 protect 它，怎么懂呢、啊、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我以前做 houseman 的时候、啊啊、我们小医生 是 assist 啊，所以我们在是、啊、在水轮班那边，因为水轮班那时候不是像以前现在 啊你要过去 KL 很容易啊，就不是啊，蛮难一下，然后晚上你有 accident 的时候啊，你要不要也是要扛啊，你要做了，然后脑里面它你有 accident， 它有 trauma， 它会胀的、哦、你胀的时候啊，你要 release 那个 pressure， what you do is 你要割开那个脑了，不那个 skull 啊 release 那个 tension， 但是问题是它是 balloon 的时候你开了啊会散的、哦、so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 to the brain， that's how 啊，因为我小医生是帮手攞嘢噶嘛，所、so, 以你 touch 到那边，你懂是豆腐这样的 ，OK？ 所、so, 以其实蛮 delicate 下的。所、so, 以 any trauma 意思讲 stroke 啊，或是 accident 啊，它会有 physical damage， 意思讲真的是有看到它 damage 了一个 part， 每一个 part 是不同的，或者是啊这边啊、其实我放在这边有一个 brain 啊，我们脑里面的大概是啊、那个 schematic 啊 ，OK？ 啊、在我们的左手边那边是其实是后面来的、the one on the right、其实是我们前面 frontal、okay. so depending on which part of the brain 是 affected， 它会弄到不同的、现象的，如果是在后边一般上是会弄到我们视线的问题、中间是我们 touch、coordination， then front part 是 motor 的，精神科有什么问有什么影响到，如果是有些人是在 trauma 前面的东西，它会有性格上的不同的，然后在旁边这边的、啊、那个 temporal lobe 就是我们 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then、那边其实也是会弄到我们有时候有、偶尔会有这个幻觉、okay? 情绪的是在里面的、也是很奇妙，但情绪的部分呢其实是在 inner layer 的 OK， so 有时候它不是 physical damage， 有时候是 drugs、一般上是我们讲药物啊，或者是现在、那些 drug abuse 啊、ecstasy 啊、白马啊、heroin 啊，这些东西其实有对我们脑里面有 physical 的影响的。就那时候有的时候人是会跟我讲，哎，我家里没有家族有问题的哦，我又好好啊，没有弄伤过，没有 accident 啊，怎么会中的？就是这样咯，偶尔的时候你中了，就是我们难解释有怎么中的，因为我们只是懂。如果是有精神上 的问题的障碍的时候，它 chemistry level 就是很 outer layer 的 OK， 但是在 chemistry level、它也会有变化，比如讲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很开心或者是 很悲伤的时候，其实在 chemical 里面、啊、那脑里面有些 chemical 是会高有些会低的，那个是正常的 OK， that's why that's the reason why 有些人、啊、周末喜欢吸毒嘛，
因为那个 chemical 一高的时候，他觉得很开心哦。好 ，although 是 artificial 啦，是假的啦 ，but 你不可以 deny 他真的是觉得很高兴哦，因为每一个情绪在后面里面啊，它有一个 chemical change。OK， so 如果那 chemical 不 balance 了，它会影响到这些的问题。OK， so 一般上我们会看到就是虽然是没有 genetic 问题，是没有 trauma 的问题，但是 chemistry 里面是有分别的。OK， so what is mental illness？ 是什么？其实精神病。刚刚我们讲到我们是讲到是精神上的健康。So 如果是某些的功能上有一些的失调。然后弄到有些 symptoms， 有些的现象，有可能是我们 the way we feel， 我们会影响到我们情绪上的问题，我们有影响到我们感觉上的问题，想的东西，这样 behave， those collectively 就是 mental illness， OK？ So 一般上是，如果我们记得那时候什么是mental， 还有什么是健身上精神上的 健康 so, 如果是那健康上有一点的障碍 then 那个就是 signs of mental illness early signs of how we feel how we think how we behave then physical 大概是这四个 group 罢了 OK so 有些人最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工作上有一点的不同 不 efficient 了、啊、OK 之前 KPI 全部 hit 的现在你看到，哎，好像唔系好掂哦，做嘢 ，OK， 通常这是 first sign 来的 ，OK， 然后像你，一般上有病的时候，就是你会看到他每天的daily activity 有点不同了，很难睡觉啊，不想吃东西啊，对家人对朋友有点不同了，然后他有是想要有一点不同了 ，of course 情绪上有不稳定，这些通常都是我们。早起上看到的现象来的 ，OK， after this 我会大概是 overview 讲一下我们比较常见到的精神上的病 ，OK， 所、so, 以大概是 half an hour 时候我就一般就 roughly just go through， 有些不是很 common， 但是它影响会很大 ，so I still put it in 啦 ，OK。但是有些人是讲，哎呀，精神科医生谁整把口啊？你讲得你讲嘅啫，哎，咁样唔系嘅，又不是的，因为我们通常是diagnosing 的时候，说我们有些 basis 的 ，OK， 全世界里面呢，其实有用两个 system 罢了 ，OK， 如果你有 exposure to health， WHO 是用 ICD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Edition。whereas US 美国或美国的比较亲近美国的 country 都是用 DSM Diagnostic Statistical Manual 现在是 5th edition 了 OK why is this important because when we talk about 好像是讲我讲我要讲 depression so 马来西亚当我们讲到 depression 的时候美国的 depression 是一模一样的 OK so throughout 也是一样其他的medical 也是一样的，好像是讲 fracture， 我们这边讲 fracture 断了骨头，你美国也是大概有个它的 definition 是一样的。我们讲 COVID， 什么是 COVID？ COVID 是个很好的很好的 example。When COVID started 每个人对 COVID 的 definition 有一点不同的 ，stage one, stage two, stage three, stage four。OK， 过了。几个月，然后每个人就 standardize 了 ，then it's the same 了。OK， 第一个是介绍是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OK， 这个是我们讲大概是一般上的人 common 呢是 1% risk lifetime risk 啦，就是讲你没有什么风险都好，没有家人有问题，也是有1%的风险会有这个问题。Why schizophrenia is important? Usually 它是比较年轻的啦。45岁、哦、还没有过啊，所以其实我还有 risk 啦，越老那个 risk 就会越低的 OK 做梦很重要，因为他如果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啦，他很明显的 OK you pay attention 啦有时候你会想到哎，我有这个朋友
有这个病的、哦、其实、教会里面也是会看到，因为你们发觉上教会是很容易、容纳别人，所以 of course 他去别的地方、哦、人家就 不睬他不理他了，所以、so, 你们发觉上教会上其实是有、有些人是有的 OK， 其实我之前也是没有什么发觉的，然后做了精神科的医生，哎，这是不是、教会的弟兄啊或是姐妹啊，你会发觉这是有的 OK， 所以很明显 why、大概是 schizophrenia 是有两大的、symptoms 啊，第一就是我们讲是 positive， 就是讲、阳性的现象 OK， 这个 specifically 我们通常讲幻想或者是幻觉，等下我会再继续再讲的，然后久了过后你会发觉上如果是家人有 schizophrenia 他会变老，好像不睬人啊，不想讲东西啊，我说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但是又不是讲 depress 哦，这些就是 negative symptoms 了啦 ，OK？ 但 of course 有些久了你会发觉当他，他的智能力有一点下降了，好像他好像很难记东西啊，或者是focus 不到啊 ，OK？ 有些就是他的情绪上很难控制啊，最明显就是。behavioral 他行为上有问题，所以、so, 那些如果是你在外面看到他、在街上啊一个人讲话没有穿衣服啊，通常啊是精神分裂症来的 OK， 因为第一就是他通常讲话是幻觉的现象来的，然后他行为上他有自己的行为，他有自己的、不同的世界了OK， why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this 在 schizophrenia 里面、啊、幻想跟、幻觉其实是蛮 common 一下的。OK， what we mean by hallucinations? OK， hallucinations 是 sensory 来的，就是讲、有一个、没有那个源头，但是有那个 sensory。比如讲，我隔壁没有人呢、啊，但是我听到有声音跟我讲话。那个是幻想 ，OK， 啊、本来是没有东西在我前面，但是我看到，哎，突然间有个人在这边哦，也是幻觉 ，OK， 那个是 hallucination，OK，、okay? 最 common 呢就是 auditory 来的，就是啊、听到声音 ，OK， then of course 每个人听到声音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啊、有些人是讲、哎、这个是我死了以前 的家人啊，或是像感到有神仙跟他讲话、啊、这些是幻想、哦、幻觉、啊、sorry 华语不好，所以有时候是搞晕了。第二就是 delusions、啊、delusion 是幻想， delusion is a belief 来的、其实没有那些是没有不真的是，但是他会想到然后真的是感觉上是真的他有不同的 theme 啦 ，OK， 有些人是讲，哎呀，我感觉上我老婆家里面有在外面有别的男人了，其实是没有的嘛。你问他周末你又这样想了，他讲不出的。But the problem is why what's the difference 啊？有些人是怀疑嘛，怀疑上通常是他是怀疑罢了，但是他不 commit 的 ，delusions will be committing 的。你讲你跟他讲，哎，没有这回事啦。But they still hold very close, OK? 有些人甚至都是很荒谬，是不 logic 的东西来的。他会讲，哎呦，我是神仙托世啊。或者是讲，马来人是很多讲，哎呦，我是 Diraja 了，我跟谁谁谁有关系啊。其实哪里有啦，这么多皇亲国戚咩 ？OK?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我们在 schizophrenia 里面会、看到。Why is it important schizophrenia? 因为是如果他有的时候，你 imagine 啦，如果他一个人，他会想到自己很厉害啊，肯定在他每天做东西的时候，他function不到的。Imagine 啦，你的同事一个人在那边讲话，然后又没有 Bluetooth， 你怕不怕？啊，现在 OK 啦，你他一个人讲话，你要看一下他有没有 Bluetooth 先啦。第二个就是我要介绍就是忧郁症 Major Depression， Major Depression 其实蛮 common 一下的，有 Depend on population 大概是有 10% 左右 OK、common in female 在女生、里面会比较常见的
OK， depression， anxiety， 这个是女生里面比较比那个风险会比较高一点。Why？ I believe 啦，因为女生是很 motherly 啊，上帝创造女人是很感情啊，很有感情啊。That's why it's good to be mother 嘛。你想一下，如果你教一个爸爸做妈妈的东西啊，难嘞，男人是粗心大意啦，那肯定的。OK， that because of that features 啊，女人很容易有 emotion 里面上的挑战啊，比较容易有 depression 啦，比较容易有 anxiety。OK。最大的很明显的现象就是 mood， 它跟一般上的伤心不开心有分别的，最大分别就是 number one 它的 intensity， 就是很它有经过 depression 的人可以跟你分享的那种伤感情绪低落是不同的，很明显的to the point 啊，他没有兴趣啊。什么东西他不想做了，有 physical 不想睡，或者有些人是睡很多，不想吃东西很容易发脾气啊，有很多很内疚，很负面上的想法。然后第二个分别跟普通的伤心是 the duration 一般上或者上有一些问题突然间现在我讲木工走了，通常是头几天你觉得很低落，然后 maybe another week or so you still feel sad 啦。But 你会感觉上人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会 adapt 的。 OK， so eventually 你什么东西你会感觉上那个伤心是慢慢会比较好的， depression 比较会比较长的，所以一般上是 at least 有两个礼拜以上的。Okay. Then of course 很多人提到 depression 就是有会讲到这些风险，这 risk。 Okay. 我们最怕就是有看到是会有自杀的现象。 Okay.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专门拉克有一个报道，就是应该是 Form 5 student 应该是在第三第四楼跳下来然后就没有生命了，其实很难背的一个事情来的其实这个是很大的 topic suicide， 其实 suicide 是很大的 topic 来的，很多不同的discussion 因为是每个 suicide 每个自杀其实是很有些不同的。OK， to us 我们会比较divide into biggest group， 就是 suicide as in attempt suicide 不是讲completed 意思讲已经不在了，有些人是他想自杀然后有给人救回来，还有一个是我们叫 deliberate self harm， 就是讲他不是想死的，但是自残，那种广东话叫自残，他只是想伤害自己。所以比较常见到是有些人他会弄伤他们自己的手啊，但是如果你问他说那时候你是想到什么，其实他未必是想死的，这有分别的。 OK， 西古列那个 result 是同样 OK， 对自己的生命有危险，但是 the management 或者是to understand it 有不同的。 OK。Then of course 我们 Malaysia 有一个 registry 的of course now 那个 registry 有一点问题，有不同 department 做， so if you all want data 其实 Malaysia 不错啦，我们的 data 你可以 Google 啦 OK， 然后它会 lead 到你去 Health Ministry 的 website， 但它有一个 registry 的，但是 registry 应该是有两年罢了。然后 why suicide 是很大的 topic， 因为它有一个 legal aspect在里面。 OK， 一般上我们谈到健康上的问题就是很 medical 的 discussion 来的，但是你会发觉到 psychiatry 里面很多是 legal 的东西来的比如讲其实 suicide 是现在是犯法的，意思讲
如果你 attempt to harm yourself， 你 overdose 啦，其实警察可以告你的。OK， 他是在 penal code 里面有的，应该是三一 300 plus 啦。OK， 哎 ，Jeffrey 是 lawyer 来的哦。那 Jeffrey should advise 啦，但是在 penal code 300 plus 啦 ，302 是 murder。好 ，OK，302 是 murder， 304是 assault 啦，应该是 30 something 啦，没有记错的话 ，OK， penal code 里面有的。So 他 ，but we are trying hard 啦，意思讲我们跟 NGO 说，我们其实是要 push the decriminalizing suicide， 意思讲。What the medical side we want to do 是我们 want to take this off from the penal code， 但是 Jeffrey 应该懂啦，你要 change 那个 law 啊，是很长的 process 来的，很长很长。So to take it off completely， 它需要很多年啦。OK， I'll just skip through this。第三个我想介绍就是 bipolar。OK， bipolar 是抽狂忧郁症。超狂忧郁症啊，所以刚才是 depression 我们是叫 unipolar， 也是讲 pole 啊 ，pole 是好像是north pole south pole 啊，我们有北极同南极啦，是两个很180度的 extreme 来的。bipolar 也是一样的，它是情绪上的问题。imagine 啊，想象一下 ，depression 是一个 pole， 是很伤感，不正常吗 ？OK。180度 的 the other side 很高兴很 high 也是不 normal 的哦 OK 这个是 at least not as common as depression 是大概是 1% 的 risk 啦，也是比较早期20多岁30多岁就比较明显看到的what we call by 超狂 manic 它是那个 mood 是很 high 的OK 啦，你老板加你薪水 ，Of course 我们觉得很开心，你又请你朋友吃饭，请家人吃饭，那个是很 normal 的。But imagine 啊，毛毛隐隐啊，他会弄到全部他的身家拿出来买东西，请你吃东西啊，你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安的呗 ？OK， that is bipolar， 因为啊，我们做每个 decision 里面，那个脑里面也是，其实你有考虑 ，OK， you stop yourself， you think， 哎，我请你吃饭，我这个月就吃面包了哦。所以想一下，哎，都没了 ，OK， 你会考虑的。但是 bipolar 是他 manic 的时候，他没有了那个 restriction 了，所以他很容易就是很多东西讲啊 ，OK， 他的活动是很多了，很多 activity 啦，一般上我们看到他很 spend 很多东西啦。Then this one not documented in textbook， 但是你看到他穿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很 bright colors 啊。一般上是没有病的时候是 OK， 但是他病了的时候 ，manic 的时候，你看到哎，整个人穿的好像很像 Lady Gaga 这样啊，你这样不行啦，有点不行啦。然后很多人有这个病的时候啊，他 attack 的时候是没有睡觉的。他的 illustration 呢 ，OK， 又系讲翻啲狗事。如果我们记得、在 TV 里面呢、有。Duracell 的广告啊，那个 battery 啊，它会放在那个 pink color rabbit 的嘛，然后就赛跑啊什么，那个 rabbit 就好像不停，是讲那个 Duracell battery 很好了 ，basically manic is like that 啦，它是可以做每些东西啊，晚上12点2点就起身去洗衣服啊、煮饭啊，就好像是不停的来做 ，because the brain is so active 啊。但问题就是他 active 到一个地步啊，他 complete 不到那个 task 的，煮饭可以煮一半，跟你讲话可以讲一半，或者是洗衣服放在那边，因为他太过 active 了，他一个 task 还没做完，他会 skip 去哪一个第二个 task 了。Okay? Actually, one of the most common 呢，比较常见到就是焦虑症 anxiety。但是通常 anxiety 不会来到我们那边，因为很多家庭医生啊、GP 啊，也是会看，也是有看到了。anxiety 是焦虑，很容易担心 ，OK， 很 anxious 啊 ，OK， that is the hallmark of anxiety disorder。如果我们是讲 depression 是 a response
to loss 啊，我们 depression 通常是有一点啊、psychology wise 啦 ，depression is a response to loss， 意思讲啊、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了 ，it could be someone， 或者是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一个 role， OK， 啊、anxiety is a response to fear， OK， 意思讲有一点 threat， 有一个挑战，或者是有一件东西会好像是有对我们有一点的伤害 ，then we will become anxious。True 吗？你想一下，如果是啊、你家人不在了 ，you feel very sad， 对不对？你没有了家人嘛，或者是啊、你老板讲，哎呀，你不用做工了 ，you also feel very sad， because 你没有 income 了吗 ？But why anxious？ 因为我不懂明天我没有饭吃吗？It's a threat 来的嘛 ，then you 你又焦虑咯 ，OK？ So anxiety is a response 啊、对一个threat 的反应的 ，OK？ That is normal 啊，我们是讲 normal 的时候 ，but when the intensity 会弄到你每次很紧张啊，每次想啊，想到睡不着啊 ，that is a disorder 了 ，OK？ Anxiety disorder 是很多种的啦，啊、有些是 panic disorder，panic disorder 是啊、比较紧急上的啊。也是会很明显的，因为有些人你看到的突然间呢、啊，手会抖啊，呼吸很辛苦啊，当他去到医院呢，医院 check 了，哎，医生哦，没事哦，全部帮你 check 了，是 OK 的哦，啊，然后有些人你看到戏里面呢，拿那个 plastic bag 啊，你吹进里面，然后就呼吸啊，哎 ，please don't do it 啊，哎呦，那会 suffocate 啊，他有那个道理在里面的，其实你 breathe out 的时候。你在 breathe in， 你是吸你的 carbon dioxide， basically 它会 reduce 你的 你呼吸那个 rate， OK， 它其实有一个 logic 在里面，但是问题就是你们发觉像、通常那些做的啊是在美国、啊、它是用 paper bag 啊，有洞啊，我们马来西亚是 plastic bag 啊，你用 plastic bag 啊， please don't do it 啊，你 do it 啊， then you may end up in mortuary 啊， OK。So 有别的方法啊、，So that is panic. Panic 是突然间来的 ，cannot be explained. 就是讲你 expect 不到的，突然间会发生的。危险就是如果是你驾着车，哦，你突然间来啊，尤其是在 KL 啊 stuck 住那边，怡保啊，你有 panic， 你还可以停在旁边哦。OK， 所、so, 以你会看到 panic disorder 的人啊，他不敢做东西，不敢出去，因为不懂其实有 panic， 不敢驾车，因为我怕等一下我。加到一半呢？如果是有某些东西弄到 panic 的 ，that is what we call phobia。phobia 会比较容易，因为你懂吗？啊，我对比如讲，我对血有 phobia， 我会看到血我就 panic， 哇，整个手抖啊，不可以呼吸，很容易啊，你不要做医生哦，你不是看不到血咯 ？OK， so it's avoidable 的 ，OK， 啊，你不敢搭 lift。lift 一关了、哦，你就很 panic 哦，整个人好像要死一样，你就走楼梯咯。So phobia 也是一般上是 people will get around it 的 ，okay? Unless 他是没有办法 ，then of course 可以 seek for treatment 啦 ，okay? 还有一个就是 general anxiety， general anxiety 没有 panic， 没有这么厉害，但是他，你看到他有些人是好像整天就想到有些什么，哎呦，唔知今日要买咩菜啊。啊、不懂我要穿什么衣服，然后我整天就是想着这些小小的东西的 ，OK， 弄到他做不到他本来要做的事 ，OK， that is general anxiety。啊，还有一个是 OCD， 啊，我怎么放 David Beckham 这个是 report 啊，他自己没有讲的 ，reportedly 啦 ，OCD 啦，他会排他的鞋子排到一个 pattern 这样，你不会弄他的 ，OK。哎，这个是 OCPD 啦，那 OCD 啦 ，OCD 的人是很 rigid， 他然后他有重复想一些东西。你会看到有些人是有 OCD 的时候啊，他会重复想，然后他会 act on it 的。比如讲，我洗手啦 ，OK， 我洗了过后就觉得，哎，好像还是不够干净，我再洗多一次。这通常，我们也是会洗一两次，最多五分钟你是搞定了的咯。OCD 啊。比较厉害，他是整天在那边洗手，洗到他出去又不会出去 ，at last 啊，他就 give up 了，我不要洗了，我不要出去了 ，OK。So common theme will be cleanliness， 我就觉得身体不够干净，去洗手啊。有时候是 checking behavior，
出去之前啊，要 check 我的门锁好了吗？一般上你 check 了一两次就 OK 了咯。OC 店啊，他会 check 到一个地步的，他不会出去。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啊，他是啊，他后期是他有 OCD 啦，他后期是他是做 copydm 的哈、啊。你 copydm 啊，十二点一点钟关门的时候是做什么呢？数钱哦，对不对？啊，现在那时候没有 e-wallet 啦，你是数 cash 哦。你到他整晚在那边数 cash 不了，其实没有什么生意，就数来数去，数来数去，啊，数到他最后他也是在大店那边过夜的。因为数要说数数数、哦、我都希望我可以有这么多钱数啦，但是 what to do 啦。 OK， 还有一个是我们叫 PTSD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这个是如果是有 trauma could be anything 啊，意思讲 accident 啊， assault 啊， OK， 意思讲给人攻击啊，或者是比较大的灾难，或者是讲war 啊， OK， 然后他 end 了过后，他回这些人回去的时候一直是想着同样的那些 trauma， 弄到他整个人就好像很 anxious， OK， then this is what we call PTSD 啦， OK， 比较常见到其实是我们现在会比较 isolated 啦，这个会比较 common 是如果是在 US Army， OK， 他们有些叫 shell shock syndrome 嘛。他们在记得在伊拉克打仗的时候，那些打仗完了过后呢，那些兵回去了，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放不到那个打仗那时候的情景。OK，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呢，其实没有人想到，哎，这个是 psychiatry 来的哦，其实我们也是有看的。OK， 比如讲 substance 吸毒 ，OK， substance。它有很多 component 在里面了，我们通常是讲有依赖了，有 dependence 了，有些是 abuse 了，有一点不同的，medically 有点不同 ，legally 也是有点不同的 ，legal 它有 legal definitions 啊，我们用 medical definitions 的，因为这些毒品它会弄上我们的脑，弄到那些 chemical 有不 balance， 所以。偶尔你会看到那吸毒的人呢，偶尔他们会有幻想，他们有幻觉，其实我们蛮多一下的。 Why? Because nowadays 啊，以前的人呢，一般上是讲 heroin 哦， OK， 大麻哦， cannabis 也是会有，我们的年纪就是快仔啊， K 粉都有啦， OK， ecstasy 啊，现在的人是basically methamphetamine， ice 冰啊，cupping 啊，这些其实是蛮厉害一些，它是 designer 来的，就是讲它有改良过。cannabis 你是 grow from poppy 嘛 ，heroin 是药来的嘛 ，OK， 现在的人全是在改良到一个地步啊，很 potent 啊，我们讲。So ecstasy 啊，你会弄到很常会见到有幻想幻觉 ，OK。早起的时候停了过后，其实这些的现象是自然会没有的。但是如果你吸毒了很多年，那个 brain 啊，那个我们的脑已经不懂讲是 normal 了，所以它会 persistent 的啊，意思讲你停了过后，它也是会有幻想、会幻觉。有人是讲，哎，我又没有吸毒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啦。Okay, that's one, also one reason 啊，很多姐妹啊。如果你想瘦啦 ，OK， 结婚了哦，要瘦一点喽 ，OK，please、okay, 啊，不要买便宜啊，嗰啲你那些 slimming pill 啊，没有买那些没有 chop 的、啊，什么中国啊，或者过嚟啊，十蚊三排啊，因为啊，其实 especially 它是没有 chop 的啊 ，OK， 它在里面有一个成分跟爱是一模一样的，是 methamphetamine 来的。因为 the idea is 它是 activate 的，它是 activate 我们的身体，我们 brain 啊，它可以弄到我们的 metabolism rate 高。That's why you lose weight 吗？因为你的 body 会 burn 那个 energy 的嘛，不用多东西你就可以瘦哦，边个唔饿我都饿啦。但是问题就是弄，它会送到上我们脑的。Same thing，我有 at least 有一个病人啊，
很多年没有私聊，私聊吃得好好，但突然间发作，有惊愿了，幻想幻觉，提供也很不好啊。奇怪，吃药吗？很多年没有吃，等发作，叮 check OK 啦 ，finally 啊，有他有拿一些比较便宜的 slimming pill 了。OK， 还有一个呢，其实是我们其实也是有看小孩子的。OK， commonly 呢，小孩子通常来到我们那边呢，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叫过动儿咯 ，ADHD 咯。OK。ADHD 也是很多人也是会懂啦 OK 这些小孩子啊真的是好像不会停的讲话讲不停走来走去啊我 ADHD 在我 clinic 的时候啊错不定啊会玩在 sinky 里面玩啊开的 fish 啊就是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咯 OK过动症有两个 common trait 的 ，OK， 第一就是他很 hyperactive 就是冲动啊，很 active，OK，、okay? 他很冲动的，就是讲有很多小孩子他是很 active， 但是未必是 hyperactive， 他们通常是有 teacher 啊，或者是比较 authoritative person， 他会停的。ADHD 的小孩子他是。他很 impulsive， 他不可以停一下，然后听老师讲话，他是 impulsive 比如讲，如果是排队啊，他一直是插队，你跟他讲东西，你没有讲完的时候，他会 cut 你的 conversation 的 ，OK， 都是hyperactive， then what we say AD 就是 attention deficit，attention deficit 就难 catch 一下了 ，OK， hyperactive。他在班上里面老师会讲哎，这个很顽皮哦啊，突然间又不见了都出去了这个是很 hyper 因为他听不到嘛但是有些 ADHD 的小孩子他是他不是 hyperactive 啊他或者是他 hyperactive 可以控制 but the problem is 他 pay 不到 attention 意思那个 brain 啊那个脑里面好像睡觉这样他只是好像在班里面睡哦 ，OK。This other one 呢、啊，老师讲，哎，很懒惰嘞，在班上里面呢，不可以 pay attention 啊 ，OK。But you don't label everyone like that 啦，有些很多 children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啦 ，OK。So these are the two big groups of 我们叫 ADHD 的 children 呢、啊。我还有一个我没有放上去了啊、，But 我们看到那个 case 那个其实不是 case catching up。但是 referral 会比较多，就是 autism， OK， autism 就是自闭症、自闭症， OK， autism kids 啦， OK， 自闭症做么比较其实一般上是有的，自古以来都有的，但是这几年那个 awareness 比较高，因为 NGO 会比较 active， OK， 他有一个 很好的 NGO 叫 NASOM PJ 应该是在 SS2 我没有记错或者是 one of the SS 他有一间屋的在那边 OK 他的很 active 然后你会发现到这几年都有movies 影片关于autism 的even Malaysia 三年前两年前有一个马来片是讲 autism 的 OK所以 autism 有一点不同 它有 hyperactive 的 element 在里面但是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可以 relate 到别人所以、so, autism 的 children 你也看到它没有 eye contact 的甚至是比较厉害的它不会讲话 OK 有些会讲话 OK That is what we call high functional 或者是叫 Asperger's Asperger's 的小孩子都其实他们成绩肯定会好的 ,OK, 因为他有一个 feature 是他们很 particular 某些东西的 so facts 啊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很 factual 的嘛 so facts 很好的但是一出来做工啊你会发觉不行哦因为他 relate 不到别人嘛又没有那 communication 嘛只是 facts 罢了嘛 so 如果他做 accountant,OK、okay、啦没有问题啦 but the moment 你做 sales 啊我要带咯 ,OK, 因为你不可以做 personal touch OK So that is autism ADHD autism 其实这个是我们跟 PIDS 都有
co-manage 的。So,未必是看 psychiatry 的 ,OK? So, 一般上都会看 PITS 的小儿科 ,OK?但是偶尔小儿科会 refer 到我们那边，或者是有些有些 的 hospital 是有 combined clinic, 是两个 discipline 一起 run 的、okay? 因为有些情况我们可以用药物、okay? 不是给他回去 normal, 但是来控制某些的 symptoms。Autism 跟 ADHD, so PITS 跟我们 so sometimes我们会 refer 去 PITS 小儿科，或者是小儿科会 refer 去我们那边。还有一个是我们也是 co-manage 的，就是 dementia 老人痴呆症 OK、通常我们老了、肯定会比较容易忘记东西咯 OK But dementia is when it's more than normal 哇，那个 normal 问题就是那个 normal、是很难的啊、我们以前讲哎呦八十岁了不记得东西 OK 啦很 common 啦，但是我们前首相九十多岁哦还是很怪哦。So what is normal? Okay, that is debatable 啦、当我们有了 dementia 的时候，那个脑啊一般你如果你是做 scan 的时候，它还好像是比较缩水啊，它肯定会比较小了。So 你看到你拿一个年轻的 CT scan 啊，跟一个 老的 CT scan, 你会看到它有一点不同啊。年轻的是满满的 ，OK， 那老了那个时候是缩着水，整个脑好像小了，然后旁边的就是那个空位就比较大了。那怎样影响呢？最明显就是忘记了，那记忆会比较差了 ，OK。然后如果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了，你看到那些老人家的他们对语言上，不记得怎样去讲话啊，不是讲好像我这样在讲华语啦，那个是我华语不好啦，但是。有 dementia 的病人的时候，他某些字他不知道怎样讲了，所以他会讲到一半，你看发觉他说，会唔识用个词哦，或者是他会找别的词，很靠近的词来代替。然后那时候功能上有一点不同了啊、以前他可以做煮菜，煮得很好吃，你现在煮菜，好像脏滴滴咗嘅啊，因为啊，你会煮菜的人会觉得，好像很容易啊，但是只煮菜啊。你要煮东西其实蛮难一下，你要开火啦，切东西啦，几时放入去啦，放盐啦，放糖啦，要焗几耐啦，其实蛮很多每一个 step 其实很重要。所以 dementia 的人呢，他做不到很 complex 的东西，甚至说你要做好像煲水也是很难的，因为你要开火嘛，你要量那个水嘛。OK, 每一个 step 对我们来讲是很容易很 natural 的，但是你到了 dementia 的时候，它每一个 step 都需要人来提醒他。然后比较后期的就是他对自我照顾有问题，他不懂其实要去上厕所了去洗澡的时候有可能他不懂要怎样擦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去提醒到 OK, 一般上是65岁以上的OK, 越老那个风险是会越大越高的 OK, then dementia 其实有很多种的，最常听到就是 Alzheimer's OK,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是蛮常见的就是 vascular dementia, 就是讲我们脑里面Malaysia 我们的食物很好吃有肥猪肉啦，肥叉烧啦，那些嘛，所以弄到我们的那些 blood vessel 血管里面塞很多小它不是塞到一个 stroke 一下 中风了，那没有氧气嘛没有 oxygen 嘛，它整个 partner brain 是 die 了嘛，所以你很明显咯，一般身体是不可以动嘛，那个是 stroke, 那个是很明显的塞，但是如果是你 imagine 那些血管是小它是塞另外一个，那是小路就是讲好像你大曼路塞你就不没有你有发觉的吗，你住大曼里面塞一个路你就去别的路找，但是如果你 NKVE 塞你怎样放工，或者是你 LDP 塞你就死了 OK, so the moment 不是一个小路，如果你很多小路塞然后这个 part 它就 die 了，这个 part 就 die 了，这个 part 的 die 了， so at the end 过了很多年的时候你发觉到那个老也是会
那房间就不可以来了。OK， 所以 dementia 不只是看那些cognitive 的问题，它有时候因为 depending on 你的 brain 里面有弄到哪一个 part， 有些人是会有别的现象，比如讲有幻想啊，有幻觉也是会有的。OK， I am going to skip this， 没有时间了。OK， so 刚才是介绍了，其实那个只是很简单的讲几个罢了啊，精神病其实蛮多一下我没有 touch 到的哈。OK， 这是比较明显或者是比较常见到的。OK， so what we wanna do 啊，如果是我们讲，哎，我要比较健康一点，我们的精神上要比较健康 ，what can we do？ OK， number one， 每个人是不同的。So you must understand yourself， 你要了解自己，每个人的 coping skill 是不同的。我可以分享我怎样减压，但是我怎样减压未必是你一样的嘛。有些人是我要减压，我去 shopping， 你叫我去 shopping， 我又看到我的 wallet 啊，我又没有钱了，我很 stress 啊。OK， so 说做老公的应该会明白我讲的东西啦。所以每个人有一点不同， so you must understand yourself。 OK， 那么 do 通常我们是这样讲啦，每个人你独立一个人是很难应付问题的， so please try your best to 不要孤单一个人啦。但是教会有教会的也是有那个祝福在里面的， so at least 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像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或者是去跟牧师讲you'd be surprised 其实是很多病人呢也是教会的牧师带来 follow up 的。So I'm very touched， 因为讲不是 family 哦，所以我们是 expect family 带的嘛，但是有时候 family 已经 give up 了，但是 church never give up， which is very good。 OK， 有些时候我们的 environment 可以 change， 我们可以避免 stress 的。So these are tips, small things we can 我们可以做，然后让我们的精神上的健康会比较健康。OK， 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去 stress 的，比如讲学生的，你早一点读书，你就不用等到你要考试上才读书咯。OK， 你老婆不喜欢你出去外面。去找朋友，你们就早一点回家，就不用老高了。所以很多东西是其实你知道 identify the stress 在那边其实可以 avoid 的。然后呢如果不会 avoid 呢 then you have to change， 有时候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 OK， I won't go through all this 啦， just there are certain ways to focus on the problem， focus on emotion。 现在是 COVID， I have a very very good friend 啊，做旅游的 ，COVID 嘛，没有生意啊，怎么做呢？开 copy 店哦，so 如果我们只是待在那边没有做东西啊 ，of course 那 problem 是没有 ，it won't go away 的 ，OK？ Sometimes we can change our mind， mindset 是每个人是不同嘛，每个人的性格是不同的 ，so sometimes 有些人是会比较悲观的 ，that is the nature， 有些 personality 是这样的。So what we can do, sometimes we can tweak a bit. 意思讲我们可以鼓励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的 practice 啊去改我们怎样想。Again, I won't go, 我们不会讲太多这边啦。So I will just focus on this. OK. So 有些人都讲，哎，我 suspect 我有这个精神问题。So 我们精神科里面说有没有会用怎样去治疗这些的病 ？OK， to understand it 其实我们通常是有三大的 aspect 啦我们跟 psychologist 有一点不同啊。OK， 等一下我会讲什么是 psychologist 啦。OK， so since 那个精神科里面很多精神障碍也是有那个 biological basis， 是讲那是 chemical 有点不 stable 了。So 一般上我们都会用药物 ，OK， to stabilize 回那个药，那是 chemical 的 ，OK。So 有很多不同的 group 的药 ，OK，
我们有一些 antipsychotic 是讲，如果是幻想幻觉，我们是会用它，因为 that one 是 work on the chemical 叫 dopamine， 叫 dopamine 的。有些是情绪上问题，所以我们有 antidepressant which work on noradrenaline serotonin。有些是很难睡觉 ，OK？ 短期上我们可以用那些 hypnotics 就是安眠药咯 ，OK？有时候偶尔我们用 stimulants 啦，这个时候 ADHD 的dementia 老人痴呆症有些药那个药不是给他那个八十岁的头脑不是回到二十岁的头脑，那是不是啊 ？dementia what is done is done 啦。那个 dementia 只是 slow down 那些 process 的，这些是药物。OK， 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用 ECT 用电疗。OK， 这个是我 maybe today we won't share too much 啦。OK， 我不要吃药 ，OK 吗？看病 ，but there are options。OK， 如果你是看电视里面的drama 或是 movie， 就看到哎，精神科是不是？我在那边坐着那个 notepad 然后写字，然后病人就睡在那个 sofa 呢？这些我是我们叫 psychotherapy 的，是 therapy， 有个心理治的治疗来的。Basically yes， 他是那个病人是会分享某些东西的，我们是 guided， 但是我可以讲啊，我们没有 sofa 的啦。你以为我的 clinic 这么爽吗？有 sofa， 如果有 sofa， 我睡在那边的 patient 坐住咯，有 sofa 可以老翻倍几个嘛？不是啦，通常我们是也是做了 ，OK？ 有很多不同的治疗啊，有些depending on how 那个 approach 是这样的，我们比较常见的，我们是 train on what we call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啊。Jeffrey 会想到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啦，lawyer 就是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嘛。CBT to us is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啦 ，OK， 这个是basically 是 the idea 是 change 我们的对现实里面不是 change the present， basically to change how we adapt， 就是讲 train 我们讲哦，这样改我们是讲。我老板骂了我，哎呦，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其实是不是你很失败呢？ Then you think like that. Okay, that is CBT. Psychodynamic 有一点不同。Psychodynamic 是讲 OK 啊，你现在很不开心，是不是你以前的爸爸对你有打了一两巴，赶你出去，然后弄到你现在很难理解对别人的信任啊。Those are psychodynamic. Psychodynamic actually focus on the past. Okay.You cannot change the past, but the idea i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to change the current. Okay, interpersonal 就是很多是person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的方法。Existential 是 talk about existence 啦。Okay, psychotherapy 是治疗来的。So practically 我们精神科医生说，我们 most of us are trained in one or two 罢了。每个治疗是不同的，你要 train 啊，不是每个好像。Personally, 我 I cannot give interpersonal, 因为我没有 train 过。它是不是每个人都有 train 这个 therapy 的？然后通常 therapy 因为它很 extensive 啊，就是讲 maybe 每个礼拜我见病人一次两次，每一个 session 有一个两个小时这样。所以它通常因为我们 clinic 我们有 clinical psychologist 有 psychologist 来做的You can also find 通常是 psychologist clinical psychologist 来做这种的 therapy 都不是 counselor OK 然后第三个 arm for treatment 我们讲 social support That's why 我们 work a lot with NGOs 我们 work with a lot with welfare officer 因为很多 social 上的 aspect OK 比如讲没有 income Of course 我也是没有钱啦 government 也是没有钱的啦、okay?But we need to know how to find things. Welfare, 哪一个部门要来 ？Okay, so those are the social aspect. In fact, in a bigger hospital, 比较大的 hospital 啊，你会看到其实我们有 Ustad 的，是其实we cannot have a pastor 啦，
in the hospital 啦 ，but 我们有 Ustaz 的，有一个 pegawai agama Islam 的，意思讲啊，其实我们 recognize 啊，信仰在某些的方面其实是很大的帮助的 ，OK， 所以他有一个 post 的很大的 hospital， 其实有 Ustaz 的 post， 意思是讲他是我们的 hospital， 所、so、以 what 我们做呢，就是我们没有没有牧师啦 ，OK。So what we do was, 我们每个月我们都有请一个牧师进来，跟我们基督的 patient 有fellowship 啊then we because we know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important 啦。Okay, so if in case 我们感觉说，哎，我们家人有些不同哦 ，So number one 是看到不同了 ，please try best to 带他看医生。你不管看医生都好啦 ，at least 你 bring to someone。Who can advise 啦？会可以会有一点 experience 啦。通常是没有，不是第一个看我们的啦。OK， 会看比较长辈啊、牧师啊，或者是亲戚啊。So if you all know 看到不 OK 的 ，please bring 咯。You just advise 啦。OK， 然后有些人就 you must understand 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朋友或是亲戚，他这样做，其实他不想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就哎，怎么你咁样嘅？怎么你是这样的？每次都是发脾气啊，或者是每次都是，我你看别人都 OK 吗？怎么你这么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Depression 的人呢、啊，他控制不到的 ，because 他的 brain 是不 functional 了嘛，不是他想的嘛，其实是 OK。So of course early 的时候，他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做来避免 ，but when it happens 啊。It actually 很难控制的 ，OK， so that is the reason why 做么我们要懂哪里去可以给他治疗了，然后最重要的是支持咯 ，OK， of course this is another big topic what to do 啦，然后如果是家人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很rely on family， 希望那些 family 可以照顾那些药物，因为每天要吃药啊，很难的嘞。OK， 肯定是不会记得啦。So please make sure family， 如果是有了治疗，就 make sure they do 啦。OK， where to get help？ 如果是真的是看到有朋友啊，或是 family 有人哎不同了，我想带他去看医生，我就去看有哪里可以去呢 ？OK， 其实现在跟以前是很方便了，因为我是讲政府先啦，政府每个大医院都有精神科，但是有些医院是那个精神科的部门会比较少比较小，比如讲我在 Slim River 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专科啊，然后我只有十个 officer 罢了 ，OK， compared to now 我们有十多个专科 ，KL 应该也是十多个啊，也是 KL 那一带啊，每一个 hospital 啊，高温啊，你想到都有精神科的，安邦啊，松爱部落啊，是莱阳。HKL 是最大的啦，Klang 全部大的 hospital 啦 ，OK， 都有精神科，然后是没有精神科的呢，通常我们会 visit 的，比如讲以前我是在这边呢，金宝是没有专科的，那个是我们叫 district hospital， 所以 what we do is 我们每个月会下去一次 ，OK， 所以每个小的 hospital 都有的 ，so what you can do is 但是问题就是有些是比较少小的，都说他不未必有 walk in， 他 maybe 一个月是有一个 appointment 罢了。KL 我不懂他 system 了，然后我们那边是有 walk in clinic 的，意思讲你没有 appointment 你都可以过来，我们会看的。我们当天你来，总之你来到你 register 我们就会看了。OK， 所以我们的 policy 是这样，所以那个是每个 hospital 有一点不同啊。Then if it's 有些人不喜欢看。精神科医生嘛，就讲哎呦，我长得不帅嘛，说不想看我。OK 啊，你要买啦。Family medicine 啊，意思讲family physician 啊，在那些 clinic 的 setting 啊 ，health clinic 啊，他也是可以看的。那比较mild 的 illness， 他们是没有问题的。Okay. Then at the moment 呢，因为精神科会比较发达，所以比较容易找，然后。在 Klang Valley 是你 pay attention 其实蛮多一下的，在 KLPJ 啊，他
他很多啦，他 of course 他们会讲 psychiatry 或是 mental health clinic， 他会弄到、那个名字比较美一点啦、OK mind faculty 啊，阿拉明的啊，那是比较美的名字啦， OK、但是分别是很大，因为、要分钱的分佛咯、在外面的时候、那个费用其实蛮贵一下，因为那些药物其实蛮贵的，政府里面呢其实蛮全部是免费、其实不是免费，是五块钱罢了啦，你五块钱 的 fee 啊，你那些药物啊其实是蛮贵的，是白都烂的。OK， 问题就是很多人。OK， so appointment waiting time 是肯定会比较多的，因为我们 cater 是全部人。我说啊， then even outside 啊，你讲，哎，我不想吃药，我不需要看医生，我只是想看个 counselor psychologist 可以吗？有。OK， of course 我不会做 recommendations 啦。在 KL 里面其实是有的。OK， 因为在外面通常 psychologist 那些做治疗的不会自己开一个 clinic， 他就通常是 attach 去、那些 psychiatry clinic 的， okay， 他们通常是 attach 的。 Then of course、有些是他们自己 standalone 的，比如讲是在 university、马大没有，因为马大的 psychologist 是 attach 去 psychiatry， 比如讲 Utah 的 psychology department 是蛮 strong 一下的，所以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appointment、I mean Utah 在金宝的，因为他的 psychology 是在金宝啊，不是在 KL 啊，他有自己的 appointment， 他有自己的 clinics 的，他不需要 attach。OK， so 每个地方是不同的， so you just need to look for it。有时是 NGO 来的啊、比如讲，如果是你讲 children 的那 SOMA 这些东西是蛮出名一下的啊、of course generally 我们有 MMHA 啊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MIAS 啊，然后啊、Befrienders， OK。我放在这边是 Befrienders KL 的号码来的。 Befrienders 有一点不同啊，它不是 fully counselor 啦。 What they do is they listen to your problem， 它会 at least give some idea 你要在哪里去 get help。 OK， sometimes community services、我们很多 gatekeeper， OK， 读书的 school 啊、Emily 应该懂了，每个学校肯定有一个 at least 有一个老师是 in charge of counseling 的，然后通常我们是会跟 school counselor teacher to work together 的，有什么 program 啊，因为他是 gatekeeper， 所以有什么问题他会 refer 他去我们那边咯。 OK， so basically that's it。 哎呦不好意思了，超过时间了哦，已经 cut 了。 OK、OK， I think that's about it。 对、谢谢李医师、你可以暂时 stop share screen 吗？对，在你刚才的分享很informative， 很有很多资讯，谢谢你啊、帮助我们认识真的是不同的心理的这个情况，也大概的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边有一些问题，你要不要喝一口水先？OK 啦，还可以啦，还可以啦，你还可以，你平时跟病人可能讲更久、是吗？那些有 attack 的可能讲不停，跟你讲四个小时。通常我们是拼啦。OK， 没有机会讲吗？说今晚是咖喱讲哦。今天一次过讲出来，因为平时你没有机会讲，都是病人在讲。就刚刚你有就是有一个 slide 是讲一开始我们先 detect， 我们先要分析。然后过后再找帮助，然后再陪伴。所以、我可能会整体上按照你刚刚的那一个的 flow 排有人问的问题，我们先从 detect， okay, okay. 先从分析开始，这样可能就会比较有 flow。这个也是有一个成员他问了，就是他很早就问了，你一开始分享就问了，所以对他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问题。 OK OK OK，请问为什么一个精神分裂的症的病人后来会演变成bipolar disorder， 就是会变成急躁抑郁是吗？急躁抑郁症。OK， 这个问题是 Borking 问的啊、OK， very good question 呢，其实是蛮好啊、蛮好的问题来的。OK， 其实 strictly speaking 它会不会变的？它不会变的。OK， 其实讲你 schizophrenia 是 schizophrenia should not change。它是不同的 illness 来的，但是那个问题就是psychiatry 啊，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它很多 symptoms 是 overlap 的，所以、so, 有时候 first diagnosis 未必是
100% correct 的。它不是病会换，意思是讲那病其实我们看不清楚。比如讲很多 bipolar 其实不是不是，它不是 misdiagnosis， 它不是diagnosis bipolar， 通常是 diagnosis depression first 的。因为 bipolar 是有 depression 跟 manic 嘛，通常很多时候都是开始的时候是 depression episode， 它好了 depression 突然间它有一个 manic， 然后就是哦原来是 bipolar 来的。所、so, 以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在第一个 diagnosis 时候 100% correct 的啊，有时候它会变啊，那不是它那个你时间久了那些症状是比较明显。OK， 第二就是schizophrenia 跟 bipolar 有很多 overlap， 甚至上有一个我们叫 schizoaffective 的，它是它有一点 schizophrenia 有一点 bipolar 的。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它有可能那个 treatment 有用 schizophrenia 跟 bipolar 的药来参照一起。So strictly speaking， 它不是变，只是讲过了蛮久的时间，那个病会比较明显 ，then it's easier to tell you 咯。嗯 ，OK， 所以是蛮复杂的情况，所以可能第一次可能就是没有，不像我们平时可能感冒啊，医院就是哦这个是感冒，可是就是精神情况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看得比较清楚。嗯，我通常讲那些症状是其实很明显了。嗯啊，你要明白是。你开始觉得我们的亲人好像有点不同啊，他未必是我、哦、突然间就会讲有声音啊，跟他讲话有幻想，很多时候开始是没有的，但是你会感觉他哎有点不同，你又讲不出是怎样不同，通常是这样开始的。OK， 好，然后这边刚刚有一个人他 private message 我，他问就是你提到 OCD 的时候，他讲他自己本身。锁门以前要锁3-4次，现在好很多了，我不知道它好很多是不是现在1-2次。请问 OCD 是不是我们需要特别就是注意观察还有担心的一个情况？哦、OK,OCD 一个病来的、啊、OK, to differentiate 啊，有些人是比较小心，或者有些人是天生就比较容易来担心的。嗯。所以如果然后也是要看看你的情况啦，如果是你在你住的地方是其实蛮多小偷的，你 check 到4-5次都正常吗？所、so, 以你要 take 那个 context， 然后最重要是看 function。 如果你讲你每次出外面你要需要到1-2个小时来 make sure 你的 door 是 lock， 一般上你人每个人的1-2分钟，你要回去 check 也是多几分钟，你 check 到4-5轮也是10分钟罢了嘛，但是你讲不可以，我要1-2个小时，但那个 function 是不同了，所以那个肯定 不 normal 了。Again 啊，那是很 extreme 的 example 啊。OK， 所、so, 以有些人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是讲我要 check 到4-5次，你多10分钟哦。我每次要去 appointment 的时候，我 just make sure 我 have 10 minutes 嘛。所、so, 以其实它对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所、so, 以一般上是不是病来的。只是有些人是会比较小心。嗯 ，OK，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 Emily， 她刚刚有问一个问题，你应该是解释了啦，就是她讲要怎样分辨dementia、哦、还有 Alzheimer， 就是你可以简单的再 recap 一下。dementia 是那个 umbrella 来的，嗯，老人痴呆症是有很多种的。最 common 就是 Alzheimer's dementia or Alzheimer's disease 啦， vascular 是另外一个我提到的， of course 有时很多时候它是掺在一起，我们叫 combine 的，还有别的是比较讲是 frontal temporal， 就是讲它前面那 brain 里面前面是会比较缩水的，所以、so, 它有很多不同的 dementia 的common 它有很多 common 的 symptoms， 就是讲它不记得啊，但是知道 of course 有一点比较小的 difference 在里面。Okay, of course, certain times 那个药也是有一点不同啦。最 common 就是 Alzheimer's, vascular CDA 咯。嗯 ，OK,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寻求专业的援助的类型的问题。然后
Anne 跟Emily 他们都有问到类似的问题，就是到什么程度我们观察到哦，我们周围的人啊可能有一点情况，到什么程度是需要看医生的。然后 Emily 有补充问是不是有特别有几种迹象啊，我们看到了就真的是要带他去看医生。最 ideal 的 answer 啦，最好的 answer 就是你觉得不安了就带了。What'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医生看了，哦，这个不是病哦，买个关心哦。哎，但是如果你等到很比较严重的时候 ，then of course 那个影响会比较大。你想一下，开始的时候如果是有了病，你医好了，你还可以做工 ，but you wait 啊，你失了那份工啊，很难找回工作的哦。So 那个 impact 是很大的。如果是你等到他比较厉害的时候，或者是哦。弄到他会有一点暴力了 ，of course better to treat early 啦。买 obvious 话是如果不需要就带早一点咯 ，OK、嗯。但是如果是你讲哎比较难咯，很难拿时间，通常是看 function 咯。如果是他 function 不到了 ，then it's likelihood 有问题了的啦。你讲他之前可以做工做得好好的，然后你看到他唔掂喎，工作又做得不好又。要吵有豫了，或者在家里是做母亲的，一路来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看到他，哎，照顾不到孩子了哦，不是一两天哦，整两个星期啊，几个月都是这样哦。Then it's a hint 了的，啊 ，it's a hint 了咯。So 早一点啦，如果可以的话。嗯 ，OK， 买一个安心，而且去政府5块钱不了吗？是吗 ，Dr. Lee？ So 1块钱先啦。啊，1块钱先。你去一块钱那边先啦。Okay, 一般上我们是讲那个 process for government 的，你去 health clinic 的时候，他收你1块钱罢了。你收了1块钱，他觉得那个是 screening 这样咯。如果他看到是，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就 OK 咯。或者是他觉得说，哎，这个像是 psychiatry， 然后他觉得，哎，这个比较严重一下，我们不会 follow up， 他会帮你写一封 referral 的。你用了那个 referral， 你过去政府医院看的时候是免费的。嗯。啊，然后那其他的收费是免了。如果不是他除了那5块钱呢 ，registration 又不同价钱，很多 paperwork 的啦。OK 啦，总之就是不会贵了。啊，不会贵了，大家都懒的啦。OK， 然后这个 Albert Lloyd 他9:03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有分类，可能我们通常寻求的帮助。有咨询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然后可能找牧师，可能有催眠治疗师。你对于各个不同的帮助，你有什么样的 comment 吗？可能他的想法是不是一起找全部人，还是有 by stage 或者是 by nature 不同的阶段、不同类型，可能找这个先或者是这个比较有效OK， 其实是看个人，看自己情况，跟病，全部其实是很个人的 answer。通常我只是讲啊 ，whatever is comfortable。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啦，如果你我讲，哎，这个病你需要看医生，但是如果你对医生本来是没有信心的，或者是你讲，哎呦，不是啦，不是这样啦 ，then of course， 然后其实不是很严重的病来的啦，你要找牧师先咯，也是可以啊，你叫 counselor 先也是可以的。So the one is comfortability, but of course, 其实是看病的。比如讲比较严重的病，bipolar, schizophrenia, 这些很明显的，然后它 impact 是很大的。Then all this 呢，我通常是讲你要找别的 ，OK, but better 一起看咯。因为你不可以 afford 等的嘛。然后很多 guidelines 都讲better start treatment early 的。But things like depression, 好像忧郁症是比较轻微的时候 ，early stages mild， 其实可以不用看医生先都可以的，因为有些人哦，比如讲哦，我换了环境，有人来跟我讲话，悔改啊，或者是用别的方法，用治疗的方法 ，then recover 了，不用吃药咯，不用看医生咯，so it depends on what illness， 通常一般上是讲比较 serious 的 illness。schizophrenia bipolar 通常是因为那个一般上是不会自己好的啦，然后比较轻微的，比如讲是我们叫的是某些 stress
early depression、mild depression 啊，这个等下可以 try 别的东西先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要考虑上acceptability 咯，有些人真的是很抗拒看医生的，但你们很难避啦。OK， 你 OK 了，你要你不回去又不吃，那就浪费了咯。嗯，看到你更不爽，等一下。但是。那没办法啊，有时候你讲精神分裂，但你不想看我，也是没办法啊。对，这边还有提到其中一个那个催眠。嗨、啊，我忘记了、啊、要 address that one。I think 这个 question 你们上个礼拜也是有提到，应该是在最后的 question， 哦，有看你们 Facebook live 啊 last week。OK 啊，hypnotism 啊，催眠啊、，basically。它是去我们的 subconscious 啦 ，OK， 意思讲我们想的东西是我们的 conscious， 我们明显知道我们想什么 ，OK。Then of course depending on different theory， 它有 preconscious、subconscious 啊，或者是潜意识啊，basically something along that line。OK， hypnotism 呢，它不是 psychiatry conventional psychiatry mainstream 的东西来的。嗯 ，OK， so 我们一般上在别的 country 也是好啊 ，hypnotism is not what we learn 哟，那我们没有学 hypnotism 的。啊、我们不是 hypnotist 啊，所以我很难 comment 啦。你如果讲其实它有没有效啊，有没有危险啊？我知道某些教会有 comment 啦这些东西，所、以我不是这那边的专家，所以我很难 comment。OK， what I can say is 它不是 mainstream 的 ，even most of the doctors 不 train 啊，我们没有 train hypnotism。Most psychologists 啊，很多 psychologists 也是没有 train hypnotism 的，嗯，因为 hypnotism 好像他们自己是一个 body 这样的，他们有自己的 organization， 好像我们医生有一个医生的 organization， counselor 也是有他们一个 body， 但 psychologist 也是有的 ，hypnotism 是 extra 的，他们会有自己的 training， 他们有自己的 credentialing 那些东西的 ，so depending 哦，whether你觉得你要 try 或者是有什么 maybe 别人有试过或者是别人有比较有经验可以 comment 了，所以我比较难 comment 催眠了。嗯 ，OK， 好，然后牧师问一个问题，要给他一个 slot 一下。好，可以。他问他读到他在准备这个过程中，他读到有一些 counselor， 有一些辅导员。然后他们是对药物可能是有所保留的，它的有效性讲这个药物背后的那个科学的论据可能不是很准确或者很有依据，你是怎么样看这个这两派的，就是 OK、这个很 academic 的问题啊。It's really, really good question. Okay. 如果我们看精神科啊，它 from history wise 啊，其实精神科是蛮久已经讲了的。Okay. But originally 通常是 neurologist 啊是讲的。So then 他会 then maybe along the line 是 philosopher 啊，或是很多东西。通常有这种的看法。That means is two 有两个别的 group 啊，是比较旧的是想来的，因为那时候是科学不是很太发达，所以很多东西是你们这样讲，你讲就有，唔讲就冇咯，就好像是得你讲啦，就是你没有证据嘛 ，OK， 很难证明有，我是讲这个是病来的，but for the last 40-50 years 啦，其实是在1950s 啦 ，1950s 过后啊，其实psychiatry 有突然间有很大的进步了，因为很多东西是有证明了，其实有你可以看到是有 science 在后面，因为那时候你看到很多东西会比较明显，比如讲 lab 啊 ，lab technology 啊 ，scan 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病。到后面其实有 physical 的 ，That's why I always 我铺在两个 slide 是 specially 讲的，因为很多人之前讲，哎，你很伤心啊 ，depressed is what you feel 嘛，不是病来的。But if you look at the physical evidence 啊 ，physical data， 你会看到depressed 的人，比如讲 depressed 的人啊，如果他不治疗了，一次好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不老了，他的 brain
会 shrink 的、哦、因为每一次我们、有 depression、啊、它会 attack 我们的 cell、啊、那个 cell 会死的、哦、That's how 那个 brain 会 shrink faster 啦 OK、in the past、啊、in the past 我们是讲、科学讲、哎、我们脑里面细胞、死了它不会 grow 回的 And of course 我们在 depression 的时候你看到给 antidepressant 的时候它有某些的chemical 会帮助那个 brain grow 回的 OK、then these many years 它有很多比较新的 study 其实我也是有、certain drugs certain medicine 里面我也是有做 clinical study 所以看到有些人不同的、或者是这样看啦 OK现在会比较明显的 data 会 support 其实是他那个、那个问题那障碍后面其实是有 physical 的变化但是不是一定要吃药呢那个是不同的问题来的比如讲我很开心我很伤心他有他 physical 有不同的有些 chemical 上有些但是我们会他会 balance 的比如讲我们割伤我们的手割伤是有 physical 的嘛但是你未必要去 treatment 嘛有时候它会自己好的嘛对不对 It's the same thing 来的 OK 你 brain 有一点问题有障碍的时候、如果它不是很厉害的它会自己好的吗 It's the same idea 它一直讲那个障碍后面其实是有个 sign 在后面的但是未必每一次有障碍它需要治疗或者是要、需要到药物、If我们一般上的方法不假烂或者是说很厉害了 then、it's always better to get help 咯、嗯、OK、啊、其实 它不是 exclusive 啦、嗯嗯、OK 然后、刚才你讲到那个脑它、会改变会变、越来越差然后、Andy 他 follow up 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他看到有一个 counselor 讲、就是辅导会让这个脑、可能改变然后变得比较好这个是你有读到有类似这样的根据吗 OK OK、counselor 应该是 Reverend 问的 counselor 是 counselor 应该是不去、我 quote 不到你有一个 evidence 啦 因为我明白啊、有一点不同就是 if whatever I say 啊、those kind of thing 其实它有 paper 的你是讲有 evidence 在外面、嗯、我不是讲没有你是讲、一般上 counseling 跟、跟 therapy、啊、那些 evidence 是比较难找到的、so, that's why I cannot quote you、study whether it's true or not theoretically 应该有帮助 theory 上是有但是我没有那个 evidence 我不会跟你讲、哎、是这样有了 theory 上其实应该是可以帮到的尤其是比较轻微的开始的时候 OK、因为那时候比较容易 做 therapy 做 counseling 但是如果比较严重了其实很难做 counseling 的 so logically also 如果是它比较严重的时候 counseling 它的 function 会 limit 了、嗯、OK 好谢谢然后Andy 也讲谢谢、Welcome 然后这边有多两个可能没有这样 heavy 的问题有一个、他问每天晚上要喝一点酒才睡需要看医生吗不懂是什么类型的酒是 Vodka 养命酒还是 Shandy 也是有差别啦是吧有啊因为那个 percentage 不同啦价钱都不同啊，权力很低罢了啦。就说一般上我们不需要太过的worry 啦。But then you must understand 那个 amount 啊，它是 percentage of alcohol 啦。你可以看的，我们 alcohol 全部 drink 啊，在外面tin 里面有写的。权力 I think is 0.几%，但一般上的 wine 是 single digit to 10多%。Vodka Malaysia 的 vodka 或者是我们的酒啊。通常是 40-50% 啦 40-50% 啦有喝酒的应该懂了啦这边他现在补充注明要喝才能睡不喝不能睡、啊、
样的情况需要看医生。如果你停得到就不用了。OK， 那个严重性就在那边。中文我讲那个 content 呢，因为 OK， 那酒啊啊、它跟安眠药那个 mechanism 是一模一样的。它会 actually 一个 receptor， 我们叫 GABA receptor 啦，然后就好像是按住你，按住那个方向给让你睡觉的，如果我们不习惯喝酒啊，你喝少少啊，你就 OK 了，可以睡了，好好 ，OK， 周末有人你不大会喝酒，很容易就会醉的，然后我们华人啊 ，genetically 我们那个 enzyme 是比较少的，所以华人啊，你喝酒就很容易是红了。那个是 genetic 来的、不是讲印度人比较黑啦，那是 genetic， 他们的 genetic 是 会可以喝久一点的 ，OK， 但是如果我们每次长久的喝 ，and especially 我们喝的 amount of alcohol 啊，不是 amount of 那个酒啊，比如讲你喝一杯一个 shot brandy， 跟你喝12个丁兄弟，你要 calculate 的那个 amount 的 ，OK， 所以你长久了你就习惯了。比如讲开始的时候我喝一个 shot of brandy 我就可以睡了，你发觉上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又觉得一个 shot 没有拉撒了哦，我就喝多一点。周末人家喝酒就是这样，开始都说啊他喝很早了就很容易醉，但是你喝多了你我们 body 会 adapt 的，那个其实是依赖来的。The moment dependent step in 呢，就是你 body 会 adapt 了，那个就问题了。你没有它，你睡不着了，因为你习惯了。那个 brain 啊，它有本来是一个 receptor 罢了，你 come over 它就可以睡着。它习惯了啊，它就放两个 receptor， 三个 receptor。所以你多了 receptor 过后啊，你突然间没有酒啊，你觉得很辛苦的嘞，很辛苦啊，不是不可以睡啊，你整个人好像。错又唔得，瞓又唔得噶，它跟安眠药是一样的。周末我们讲，我们很担心，很多人在外面自己买安眠药来吃，其实那个 principle 也是一样的，因为它的 mechanism 一样的。你开始说安眠药是 maybe half a tablet， 半粒你就可以睡了。你发觉上啊，有些人会比较快了，有些人一两个月你会发觉不同了，有些人吃到几年过后才有的，一粒不加烂了，两粒、三粒、四粒，到一个地步啊，你吃十粒都睡不到的。那就很辛苦了。所以、通常是自己减咯，如果你自己可以减到它就 OK， 但是如果减不到、最好是找一点帮助，未必是看医生啦， maybe you try other things 咯、因为酒 除非你讲每天都喝到半瓶这样啦，但就很麻烦咯。我想他补充有一点、information 在这边，我觉得可能、更 specific 一点。他讲可能他看了医生，然后医生讲吃药不能吃酒，然后所以换喝酒，这样可以吗？这样好吗？通常是倒转的，通常是很多人要 cut 那个酒 cut 不到，所以我们可以用药物。其实我们有安眠药，就是其实 alcohol 不是 equal 安眠药，它的 mechanism 一样的，所以To help cut 啊，我们用我们用有些安眠药它是没有这么强，我们就 replace and 就慢慢 cut 的 idea 就是这样咯啊，好像是online shopping 啊不可以啊，每次要去 Lazada， 所以我突然间叫你不要去。刚才有谁讲Lazada？我讲不要上Lazada，你突然间，哎呦，很辛苦哦，不上Lazada，讲去，我就每天带你去 你去 Tesco 走一走先咯，来 replace 它先咯，然后你就从那边慢慢 cut 咯，然后过去又不要去 Tesco 啦，去99 Speed Mart 啦，然后过后就去你隔壁那个 Cadet Run 街啦，就这样 cut 下去咯。如果你可以，我们叫 Cold Turkey 嘛 ，Cold Turkey 一下子停了，很辛苦的，可以做到 ，very good。因为你如果是尤其是啊那些 binge drinking 啊，你看啊每天就喝几瓶啊醉啊，你一看他啊，他会发炎掉的时候，所以他有个 danger 在那里面的，所以我们有通常是用药物来 replace 才 cut，
通常是倒转，不是都拿那个 alcohol 去 replace 药，是药来 replace alcohol， 然后再 cut。嗯，啊、okay. ，is one of the one of the ways 啦。其实有些人是 support 过的低啦。OK， 好。可能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就就是限制了最后两题。So Andy 牧师他又在问了一个很 personal 的问题，就是咖啡。他讲第一个可能不是他啦，他讲他问咖啡是不是有帮助忧郁症，还是让忧郁症更惨？然后第二个是对于咖啡的依赖啊，可能我老婆也是会很有兴趣，他很喜欢喝咖啡。对于咖啡的依赖跟对酒的依赖有没有什么差别？Andy 讲他的脑他会头痛，如果他的咖啡不够强。Okay, 先回答 session 那个先吧。OK， 我讲 dependence 那个是相对比较容易的。OK， coffee dependence 是有的、啊、如果刚才我讲 DSM 在 US classification 有 caffeine 的那个、oh. 那个nicotine caffeine 都有啊，但是一般上我们没有什么担心，因为它每个它的原理是一样，那个 dependence 意思讲它 receptor 同样的，我们你没有不习惯喝 caffeine 啊 coffee 啊，你会觉得你喝一杯 Bacco beer 啊，你手会抖的嘛，对不对？因为 你本来是 很敏感、啊、但是如果你每天喝 Bacco beer 啦，你喝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发觉就是你会习惯了的，因为你脑已经 basically adapt 了，但突然间呢，你没有 coffee， 你就觉得 好辛苦这样。But the nature of coffee 啊，它一般上不用太过担心啦，不用吃药那些东西啊，只是你要 adapt 咯。Then if coffee helps with depression or make depression, okay, coffee 是 stimulant 来的。To be fair, so far 我们没有研究啦，没有一个好的 data 啦 ，but theoretically, it's neutral 的。它不会讲会 make your depression worse or depression better， 但是我们logically 是这样啦。你 depression 的时候，尤其是 depression 啊，你其实我们的 body 需要休息的。你如果有 depression 又休息不到，你发觉你明天很难过的，很会比较 severe， 所以需要那个休息的。Then 如果你就喝 coffee 的话呢，它会弄到你第一你很难睡 ，OK， 因为它 activate 我们 brain 的。第二就是尤其是不习惯喝 coffee 的时候，你喝 coffee 啊，你的 body 是 adapt， 好像你很紧张这样的。嗯，那个也是会弄 make it worse 的时候 ，OK。第三就是 coffee 是 activate 你的 brain 的嘛。then depression 的时候，其实你要你的 brain rest 嘛，嗯，因为你很多 automatic 就是很 negative 的东西，你就想到了，因为那时候你还在 depression， a lot of 是那些想东西是很 negative 的，所以你会觉得睡又睡不着哦，又想到很 active 哦，它会弄到 depression bad 的，嗯 ，but 如果你讲你是习惯喝 coffee 的 ，OK 咯，没问题咯。Okay, but if 我们通常是这样讲啦，是吧？因为for better sleep 啊，better 下午过后就不要喝啦 ，especially 晚上啊，你去妈妈当的时候就喝牛奶就可以了，不要咖啡啦。OK，、嗯、因为我们怕会影响到那个睡觉，那睡眠，然后睡眠不好 ，then you make other things bad 咯。But you're really sure 你是没有咖啡是 OK 的？比如讲你一般上是有每天都有喝 coffee 的， then actually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but we still try to reduce coffee because it still activate the brain 的、嗯、跟 alcohol 的那个你刚才讲不像 alcohol 这样、哦、不同那个差那个 receptor 不同，当然 receptor 不同，所以我讲 alcohol 跟安眠是类似，因为它那个 activateReceptor 就是它有个 chemical 下去嘛，它会同一个 address 的。OK， coffee 有 coffee 的 address， 它是不同、okay. 不同干泵的啦。OK， 啊、alcohol 跟安眠不只是同样干泵啊，它是同样 address 来的。Okay. 虽然它两个不同的东西，它是 address 是一样的。That's why 啊，有些人他
他 cut 酒的时候啊，尤其是啊，他突然间 cut， 你像我每天之前的 cut， 但是他有发痒掉的时候，我们是用安眠药来控制的，嗯，因为他 address 一样，他 function 一样，但是我们那时候你没有办法，你要按住那个rebound 先，所以我们是用安眠药的，因为它的 function 是同样，虽然是不同的东西，它的 receptor 是一样的，嗯，那所以 that's why it's very closely related， 嗯。OK， 好，谢谢李医师跟我们回答那么多的问题，相信大家都受益很多，也有很多人留言啊，谢谢你回答他们的问题，okay. 因为很多这些问题可能不是 academic 的，不是是关系到大家的，是可能是自己或者亲人啊，所以就是很感谢你啦。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去面对，也怎样更好的帮助周围的亲人然后我也看到李青还有他的妹妹 AG 一开场问你很多问题的，在那边拍掌，为你拍掌。Thank you. 希望大家因为我是多谢先生讲，我的话语真的是不好了。如果没有听得懂，很好，我觉得可以好就好了。我最担心就是用华语来分享了，因为其实。我每次讲啊，我要用英文讲，然后或者是广东话，然后我才翻译的。所以有时候偶尔的时候，我就卡住在那边一直讲那个字，没办法啦，读书，所以以后去华侨啦。没有问题就算你华语没有很好，但是你分享的很好。我的岳母好像要讲话，秀儿你要讲话吗？我想OK， 我谢谢李医生，请问他是不是 Miss John 的侄儿 KK 啊？对，是我，对啦。好，在这边跟老讲我讲Reverend Simon Wong 到现在那个样子还是一样。哎呀，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去金宝，你才十多岁吗？来了，不要公布年纪，不要公布年纪。天机不可泄露。对，我还记得啊，那时候那个牧师楼是在另外一间家的，应该是没有记错的吧？金龙那时候的，不是在教会啊。OK。很感恩了，今天可以帮助到很多人，上帝祝福。上帝的恩典啦，上帝的恩典来的啦。好，我们正式就到这边如果需要走的你们可以走，如果还想要聊一下的李医师还有时间，可以，谢谢 Jeffrey。OK， 谢谢。Thank you。OK， 谢谢李医师，真的谢谢李医师抽空时间出来为我们，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这些 perspective。Thank you。Hello。那现在你可以问。最后还有什么 burning？Burning fire burning question 吗？不问不能睡。我想问了，李医师，就是还是一样的那个药的问题。他们会他们会扩很多的 study 啊，讲其实那些我们懂 neurotransmitter 是有，对，可是他 detect 不到那个 neurotransmitter 的 balance， even 最新的 technology 2019 detect 不到那个 transmitter 的volume， 那个是对的吗？因为我看到那个 bias 啦，就是 counselor 跟 psychology 会出很多的 study 工作，其实药物是不可靠的，药物不可以 long term 的。OK， 怎么去明白呢？这个其实蛮 academic 问题来的。对，我们是看 neurotransmitter 来的 ，but problem 是 neurotransmitter， it's 你要 measure 它比较不是 direct， 意思讲我们没有可能啊，你拿个那个 syringe。插入在 brain 里面或是拿出来你验嘛，所以它有 几种方法的。第一就是我们 measure byproducts of neurotransmitter， 意思讲好像是 depression， 我中文我们讲 serotonin low 了，因为 serotonin 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会 process 然后在尿里面出来的，所以通常我是 measure VMA 的，它有一个 byproduct 了。 OK， the other one 就是neuroimaging study， 意思讲PET scan 啊那种我们看 blood flow 的 then 是这个是 for chronic 的会比较明显，因为那个 brain volume 会少了。 OK PET scan 是
那些会你会看到他啊、你去找那些 study 是imaging study 的 imaging 的 data 啦 ，OK。但你会看到这好像 depression 啊 schizophrenia 它的 blood flow 是比较少一点的，但过了很多年它的 volume 会跌。但最新的就是那些我讲那个new 那个细胞可以 grow 回来，那个是比较新的，是很多是 Japanese study 来，是我们是 measure BDNF 的啊、brain derived neurotactic factor， 这些全部是比较新的东西。But I agree， 因为 it is not a direct measurement， OK， it is not， 它不是 direct measurement， 意思讲它不像我们讲 COVID antibody 抽血 measure， OK， 那个是 direct measurement， 我们是用 indirect measurement。So in a way， 你讲要 direct evidence， very difficult 咯。Then another supporting evidence 讲 ，let's say 我们 subscribe 是那个 theory 是忧郁症，它又有 serotonin neurotransmitter 低了。Then 我给一个 neurotransmitter 啊，那个药可以 boost 回的，你可以 recover。Likelihood it is true 啦。Then 有时候很多人哎，有可能是偶然罢了吗？That's why clinical study 是 important 的。意思讲啊，我们做 clinical， 因为我有 involve clinical study 啦。Clinical study 啊，我们 how we do clinical study 是这样的。如果有人做 statistic 的，比较容易明白。我会找一些的病人，待会给你药。Then 另外一般的，我是给 placebo 的。Then to measure。Then before that， 我们要 equalize。Same thing with COVID。做嘛啊？之前我们在这边做，我是 Sinovac 啊 ，Sinopharm Sinovac 的。其实你不懂有没有 vaccine 的那些人打的时候 ，but the same idea， 那个 idea 是一样的。So you don't know， then you measure 那个 result， OK？ 但它会 in a way 它是 eliminate chance 了。意思讲，一般上我们讲 coincidental 啦，是大概是少过5%罢了。So the chances of it happen because of chance 呢？是低过5%的 generally 啦，如果是我们是很 strict 的是 at least 1%， 但是 we have calculation 了。 But again 啊，这些是很 indirect 的方法来的。 Then if really 有些人是很 against 的，人家哎，这些你不是 direct evidence 吗？人家咯， if you subscribe 你这样想没办法啦，所以我是给你 indirect evidence 嘛， OK。 So in another angle 啦，我是这样讲啦，上帝存在吗？上帝存在吗？上帝有现身给我们看吗？有，但是用很多 indirect 或者是 别的方法吗？有几个人真的有看到上帝？ But we see God in creation， we see God in different things 嘛。 So sometimes 我很多东西也是看 indirectly， then we infer from that 咯。就好像 called evidence 也是有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跟 direct evidence 嘛。对啊，所以、so, in a way at the moment correct， 我们的 technology 还没有做到有很 direct 的 evidence to measure directly， OK？ 因为你怎样都讲，好像我 measure serotonin neurotransmitter from blood and brain， 它的 level 有可能不同啦， OK？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很多时候depending on what group of camp 你是 support 啦，then of course counselor 他们讲，哎、the counseling therapy 是 better， we don't deny 它也是有它的效果的， but just that because counseling 跟 therapy 很难做研究， because 它是 biased 的，讲 biased 啊，其实是 therapy 还 biased， how sure are we that counselingis the one working， 或者是 because 我是每个礼拜有看你， maybe 我看你不了，只是跟你 say hello then you get better。 So that's the reason 啊，在很多时候 counseling 跟 psychotherapy， 其实我也是同意他们 really really good， but the evidence 啊 the data 是很 limited 的，因为我叫 randomize 不到，不可以 sorry blind 不到啊，你有没有好像药物的 study 是 blinded 的，你讲我拿个药啊，我不懂有没有药在里面的， then 那个 result 就会很 impartial 的。But therapy 你 blind 不到的，我有没有 therapy 我懂的吗？ So in that sense， 那个 direct evidence
is very limiting 的。But most of us we know therapy 也是很有用 ，counseling 也有，其实药也是有用啊。But just that 很多人对药有点抗拒啦。So you ask me if therapy helps, 去 therapy 先啦。Whatever is comfortable, then of course 看哪一种病啦。好像有些是 schizophrenia， 那个是很明显的。That one is really really clear 了的了。So those kind of thing 我觉得不要 wait 啦。A bit more commonly 比较 vague 的东西啊，比如讲 anxiety 啊 ，depression 啊，其实therapy counseling sometimes work very well， 不用看医生也是 OK 的。So 我们可以 argue data evidence。At the end of the day 啊，其实我们要病人好不了嘛。So at the end whatever works 啦，总之你不要去吸毒啊。就 OK 咯。我觉得从我的分析啦，像 counselor 他们是 great against 那些 overuse of drugs 啊，而且是他们可能 deal 是比较轻微的，可能是在美国比较多 overuse of depression any depression drug。好像说就像有一些人，他们就连fear of public speaking 都想要去吃药，类似那种的那种 society 啦，他是 great against 这样的 overuse 啦，就是比较 normal 的 case， 他们就乱乱吃药。不过他们还是同意说 serious 的是一定要用吃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 agree 对 agree 其实 most of the counselors psychologists 一般上是我们一起 we are the same line 啦。So 没有practically 美国我很难 not very easy for me to comment 啦，因为美国整个 system 是不同的 ，That's why 他们的 manual 其实很多 insurance 的问题啊，issue of abuse of the system 啊 ，So the issue 有一点不同啦。但是在这边其实上 我们跟 counselor 啊，therapist 啊，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啊。So 他们有时候是 refer case 我们也是每次都是需要他们帮我们做 therapy 啊 ，So it goes hand in hand 啦。嗯。嗯，是不是说像比较轻微的都不应该是 long term 的药的，只是说只有 schizophrenia 看什么病 ？OK， the thing that 我们是 looking at 是 recovery， the idea 是 recovery 啦，意思是 recover 那个病是100%好了，或者是停更久了，其实 theoretically 是不用的啊，那个 issue 就是几时才 recover。有时候是它稳定了，我们叫 remission， 它不是 recover 的，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吃药。但是 as general idea 啦，有些病我们懂 recovery rate 是很低的，比如讲 bipolar schizophrenia， 意思讲它 recover 比较少机会啦。OK， 它只是可以 stable， 很难recovery。但是我们就比较鼓励是 maintenance， 意思讲继续吃药for long term。但 for example 有些病是比较 recovery 是很高的，比如讲 depression， so depression 上如果是没有不是很 complicated 的，它 OK 了好了depending on cases 啦其实是可以停药的，但不需要吃到老啦，不需要吃到老啦 OK anxiety 啊这些是比较 recovery 比较高的，所以都通常是不需要吃到太久啦，是 OK 的。可以了，不要占据大家时间，你们其他可以问，如果你们有的话。嗯，李医师 OK 吗？十点。OK， 明天不用做工，所以 OK。李青。Doctor， 我想问哦，为什么老人痴呆症哦，它是一个 irreversible 的一个 process 来的，就是我们脑受伤，它都有能力就是自己好起来，但是为什么这一个 process 就是？ Okay.只会退化越来越严重。刚才你讲到什么 something like brain cell 脑细胞是 OK， 那组这个 part 最基本 的 idea 就是其实脑细胞是其中唯一一个细胞你死了它不会复活的，它不会 grow 回来 OK 其他细胞其实有这种能力的。 I think one is 我们的 kidney， the other one 是我们 brain cell， 意思它如果它死了或者是他 destroy 了，是没有机会再 grow back，
Okay, that is the common accepted fact lah. Okay, that's the reason. 做么老人痴呆症？意思讲那个那些细胞啊，它比较比一般上的同样年纪的人，那个细胞会比较快destroy 啦，比较快死啦那些 cell 啦哈。So that's the reason 它死了它不 grow 回的嘛。That's why the function 就不见了。所、so, 以老人痴呆症那些药其实是 to protect 其他的药其他的细胞来的 ，knowing that 它其实也是会死的 ，but 那个 idea is to slow down 那个 process。现在我们的药是那个 idea 是这样啦，但是 of course 过后啊、会有没有新的药或者新的 idea 出来啊、future 我们还是不懂啦 ，but at the moment 啊，现在那个 idea 就是 to protect remaining function。所以老人痴呆症有一点。不同，其实老人痴呆症其实有看，我们也是有看 internal medicine geriatric 的，啊、有我们两个部门看的。So the idea 是 care， 药是to protect whatever left that 那个 function， 意思讲，希望他过了一年两年，那个肌也是不太大的改变了。那 idea 是这样 ，But having said that， the current idea 啊，比较新的 data 是讲，If 那些 cells die for other reason for depression 啦 ，OK， 它有些药是可以 try to push 回，好像 vitamin 这样啊 ，to push 回那个 cell to regenerate 的 ，but 那个 process 太慢了。他说 ，although 那个 idea 是有啦，所以那些 idea 那些药是 work better for depression，but not for dementia 的。That's why dementia at the moment 啊，我们的药啦。In Malaysia 啊，应该1-3个吧，3-4个吧了啦。In market 啊 ，in market 啊，不是政府买啊 ，in market 啊，这大概3-4种吧了。Compared to depression, you have at least more than 10 or less than 10啦。OK， 啊、，because 老人痴呆症那个，我们 aim for treatment 不是 recovery， 因为我们懂它不可以 recover 的。The idea 是 care， the idea 是functionality 咯，就是讲我们希望我们的亲人到最后他的 function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咯，是 care 咯。So 每个病人是不同的，有些是那个情况是很糟糕了 ，So the idea 那个药也是未必有什么太大帮助啊。So it's very individualized case 啦。那你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其实脑细胞都会就是慢慢死掉，可是就是老人痴呆症就是比一般人的这个速度快很，就这样子是。对。如果说照你这样子讲的话，就是我们脑细胞死了就死了，不能再生的话啦，像那些人车祸撞到脑的，这样不是很就是很严重了喽？就是如果那个脑创伤。对啊。But 其实你要看那个 location 的。因为that's why sometimes left-handed, right-handed, well, 通常是 right-handed 是 left brain 会比较发达。是它我们 brain 里面有两，它是 split 在中间的嘛，其中一个是 dominant 的 ，dominant 的 brain the non-dominant 会比较多是 abstract 啊 art 啊 ，dominant 的 brain 通常是 facts 啊这些东西。So depending on which side, depending on location, 它的 effect 是不同的。Let's say， 比如讲，如果是 accident， 真的是有一个 part 的 brain 是没有了，伤了或者是没有 recovery， 但刚好那个 part 是没有影响的，它没有用到了，我们没有用到了，所以你会感觉到其实没有是 OK 咯，那个分别不大咯。That's why certain part 如果是在 brain 里面的前面中的 ，so then personality 是不同了的。如果它 hit 到语言的 part， 我们那个 brain 啊，来照顾语言的是也是有left and right 的。如果你 hit 到 non dominant 的，其实当你语言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你 dominant 那个 side 啊中到了，你会发觉像那个 language 是gone 咯 ，either 他们不可以 understand， 或者是他们不会讲话咯，不会讲话啊，或者那个语言上有问题咯。So depending on each part， then it will have different effect 咯。如果真的是刚好是那个 part 是比较没有 dominant 的，或者是很少影响的，所以
有可能是没有什么大的大的分别了。嗯，好，谢谢。嗯。Jeffrey 走掉了。哦，Jeffrey 走了了啊，或者是谁有问题可以直接问啦啊。如果可以，OK 的 ，OK， 我可以。有了，有一个人问 ，Have， 他是问有没有遇到年轻人，好像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啊。OK， 年轻人觉得没有生命没有意义嘞，未必是有病啊。第那个问题是这样想一下啊。Sorry， 医生，我补充一下，我这个问题是我问的。啊，可以可以可以。我是因为我是想问一下你是怎样 treat as in like if 好像有这样子的年轻人 ，but then 他的 life 还是 functioning 的，因为你讲 depression 的话 ，life 是 not 讲 depression 的人的话 ，life 比较 not fun， 就是他们 normal activity 是 not functioning 的嘛 ，but then for 这种人他们的 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还是 continue 的啦 ，but then 就是 in general 就是。整个 life 就是觉得没有 meaning 的，可是还是能过生活这样子的。你有 treat 过这样子的吗 ？OK 啊、有，我们有 approach 过，但是 the issue 是一普通年轻人的年轻人也是有 depression 啊 ，OK 也是有 depression， 但是年轻人 depression 有点不同，他们通常不是讲哦觉得不开心啊，或者是我。The symptoms 有点不同了，因为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中学early adulthood 了，因为他们不会 verbalize 那些 emotion 的通常如果是年轻人觉得哎，我真的生命没有意义，那些 existential 的 question 呢其实是有很 common 一下啦，它不是未必是depression， 有可能是 depression， 但是未必是 depression， 因为尤其是在十多岁啊，他十多岁那个 question， 我们每个年纪的时候我们的 issue to settle， 我们有一点的 struggle 啊是不同的。比如讲我们小的时候啊 ，baby 啊，三四岁的时候，那些 struggle 是 learning how to attach to people， trust people 的。OK， so 那时候是那个，但你十多岁很多时候是 image 的 ，that's why 你看到啊，十多岁的很容易会跟住到朋友咯。因为他们需要 recognition 嘛，他的价值就在那边 ，so because of that 他很容易就弄到我没有意义咯，我身边好像不懂要活来做什么，因为他的 value 啊，就是 from friends 啊 ，recognition from friends 啊，现在是 social media 那些东西，所以你拿了那些东西，他觉得就没有意义咯，他跟adult 有点不同，因为 adult 你 sort of fix 了 ，so adult 的问题有点是。伴侣啊 ，relationship 啊，他不会很少会讲到这种 identity 的问题的 ，OK？ So most of the time 比较年轻的有这种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可以帮的。他不是未必有病，但是需要教导，需要帮助。So of course 有可能是有depression 啦 ，OK？ 那是会比较难分辨了，因为那时候他的。问题就是大概是这样所以你要分辨是哪个。如果讲这样子的情况sorry， 如果讲这样子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四十岁这样子的话会要可以 leave it 如果到三十岁还是有同样的问题common idea 也是一样啦，如果是觉得不大正常、okay. is always better to get an assessment 啦，未必是看医生啦、okay. 或者是看牧师啦，或者是看比较长辈啦，会比较有经验的 at least 他们可以 help to differentiate a bit 啦因为有些情况啊他我们叫做 dysthymia 是讲他的情况未必到 depression 这么厉害，但是很耐久有可能那些 function 会有比较轻微的影响到 so those kind of cases 药物有可能有帮助，或是 proper treatment proper therapy 有帮助，
有时候不是病，不是那些 dysthymia 或是病，只是一这个我开始讲，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有不同的，所以有些人他的 personality 是很悲观，他会很多这种的 question， 但是他 function 是没有问题的，就像他 live the life like normal 咯，所以不一定是有病的 ，but this type of people 啊，因为他比较悲观啊，会比较讲很多 questions 啊，没有什么 value 啊，就比较容易有精神病 ，because 你很 vulnerable 啊，比较 vulnerable 啊，比较很容易就受到刺激，就不懂怎样做啊，所以很那个风险是比较高的了。But what we can do is、这种病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病的话不用治疗啦，就 But should be helped 啦，就是讲 therapy 啊 counseling 啊，或者是别的东西咯、So that will help 咯、help better 咯，因为如果他是 personality 他不是病啊，你给他吃药也是没有用的。我每次都是跟我病人讲，如果你 personality 这样啊，你吃了药过后啊，你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本来你的 brain 就是 function as this one 嘛，它不是 neurotransmitter 高低的问题嘛，你的性格就是这样了。你一个内向的人，你拿到我这边，我给你吃药，你没有可能突然间你一年过后你突然间就很喜欢跟人家谈话，那个不用哦，那个没有这样的。你需要就是去 learn how to talk to people 啊 ，join church 啊 ，clubs 啊 ，that work better， 不是吃药。因为那个是你的性格。OK， 好，再见啊。谢谢医生。Welcome。Hi doctor， 我是建贤，也是怡保人，也是related to金宝的。我的华语也不是很好的，我也是新移民。同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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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关系就可以问问题了。我也是住靠近丹中人不丹的的家乡，三位一波，所以三位好远，三位阿达西的，没有靠近 next door， 其实不是问题啊，只是一个就是 statement of thanks 啊，就是因为我家人，我本身是见过很多，我从我奶奶是 schizophrenia dementia 到 schizophrenia 到vegetative， 我看过整个过程然后我爸爸自己有 depression 的，然后我弟以前，然后我弟弟也是有 suicidal 的。有一次我们要真的是emergency psychology 都的，是需要警察局啊什么。所以个人是遇见过很多 especially family side 很多这些 depression issue， 所以今晚是。就是我 experience 过，可是我不知道那个 science behind it， 所以今天是你的 sharing， 我就。understand a bit more 那个 science 那个 motif behind it 了，只是这样，就是 express 这个罢了，不是一个 question， okay. Yeah. Okay. Yeah. 我是 agree 啊 ，also I think one of the reason Jeffrey 要问的周末我对精神科有兴趣，因为我刚才我讲了，我觉得我家族里面其实蛮多人有精神问题的，我 uncle 有 schizophrenia， 我蛮多 relative 有 depression 一些，甚至是。我有 relative 找我啦，但是我 policy I try best not to treat family members 啦，因为很多 issues 的。所以有时候我想回来，以前做梦 uncle 会这样的，但每次都是很多那时候家人不明白他是病的问题啊，甚至他有暴力的 effect， yeah, yeah. 很多人不明白，就做梦这样，做梦要打我婆婆这样but then 过后我们。我 at least 我那我明白了，但是我阿哥不在了了，所、so, 以其实 it's a pity 啦 ，in a sense if 我们 family understand better 啊、maybe 他的病不是讲好，但是他会 change 很多东西，他是在马达那边看的，然后他是 KL 人，so a lot of times 我想回，其实 it's good now 啦 ，in a sense that 现在 society 会比较可以接纳，比较可以接受。So I think part of the reason 其实刚才 Andy 牧师也是讲的，我给的全部 presentation 是很我很 admit 啊，有一点 bias 的，因为我是从 medical 那边那个 point of view 来讲的。So 你如果会跟别的 point of view
来讲 ，so 你看的东西有点不同的，so it's a slightly I would say biased lah, but in a way, it's always good to 听一下 medical side of view, then hopefully 他会给你一点的给大家一点的分享 ，at least I know all、大概是这样有听过。So my concept is always the same 的。如果the idea 不是让短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哦，大家就懂哦，什么是精神病啊？哦，这个是什么啊？很多时候啊，你听老师好像很 simplified 这样，但是你见到的时候，你讲，哎，这个是不是病呢？这是什么病呢？或者是有没有病，或者是性格呢？这很多人不懂啊。But at least I hope 他有一个 awareness 在那边。如果你不幸有腰的问题，也是不用紧。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get help。你不信要你就去counseling咯，啊，或者是去at least share with your friends or family 这样 at least it help 嘛。At the end of the day 啊，你要吃药 counseling 啊，我们其实要我们的家人或者朋友好罢了。That's the whole point of the idea. Whether you believe medicine or counseling, the whole idea 其实对一个病人来讲啊，他只是要好不了。That's why 啊，你对病人讲我吃药好，他病得很厉害的，我吃药好。我去考试那样说好，我考神拜佛啊。To them, they are very vulnerable. They need help. Okay. And today, again 啊，我讲很I'm going from a medical point of view. 其实 psychiatry 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我们有很多 legal 的 implication 的。That's why as part of 我们 training, 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是要做 forensic psychiatry， 就是讲。我们要有 touch 到一点 law 的东西的，因为我们是其中一个 branch of medicine 有 law 来 govern 的。好像一般上医生是 ethics 来的，意思讲我们有 medical act 罢了，是讲或者教什么你的专科，你怎样教自己专科，他是那个 law 是这样 govern 的。但是psychiatry 是其中唯一一个不是唯一一个啦，其实有别的有啦 ，but 我们是很 strict to the law， 我们有mental health act 的。新加坡有 Capacity Act UK 也是有 Capacity Act 的我们 besides medicine 啊，我们其实很多 legal 的东西的，比如讲assessment 啊admission 啊，所以很多人讲，哎呦，有问题哦，打电话给我，要怎么办呢？在外面我做不到什么，因为我们没有 power 啊，那些 power 去带。病人去医院受治疗啊，全部是 legal 的问题来的。legal 讲了 ，medical 没有 power 在外面，所以我们不可以去外面抓人的、啊。你看到别人啊，你不要 call 999啊，你 call police 啊。他有很清楚的，这意思讲treatment 啊 ，consent 啊，如果治疗的时候啊，他有很多 legal 的 implication 在那边。Of course， 那个 law 其实是蛮久一下啦，意思讲其实很多新的东西我们要 renew 了它啦，它是2001 Mental Health Act 2001 Regulations 2010，意思讲大概是有十年的law吧了，十年二十年啦，所以其实在这二十年其实蛮多新的东西，所以we are still improving 啦 Psychiatry we are still improving the legal side， we are trying to push up certain amendment 啦。Doctor，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就是是什么状况的精神病人需要住院？就是在单就染布袋里面的病人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全部是被绑起来， okay. 还是什么？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是没有概念。OK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多严重才需要住院？想这样打你先啊，因为 OK 这样讲啦 ，OK， 刚才我讲了嘛，那些很多资料啊，都是大概是这五十年、四十年比较发达、比较多的 data， 比较多的 evidence 啦。Hospital 单就 hospital bagia， 我们超过一百年了啊，我们的 hospital 啊，所以我最老的 patient 是百多岁了，所以意思讲是 Merdeka 之前已经进院了。So those kind of patients， 因为你想象一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些药物没有什么发达，
So limitation of treatment 是很 quite 大一下啦。所以我们 at least 有三四百人都是比较老了的。So 比较老了 it's difficult 啦。So 就比较 more of care 咯，就是讲好像是有一点像老人院这样啦。OK， 有些 ward。OK， 但我们也是有些 ward 是比较年轻的，就是讲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来治疗。Maybe they stay for few weeks， 有几个礼拜几个月啊，都他们一般上是 OK 的。但我们也是有一点我们叫 acute ward， 就是讲不稳定的不稳定的。但我们的 ratio 是 at least 有 best is always one to one 啦，意思是讲一个病人一个沙发，但是我们没有那个 ratio 啦。So at least one to two, one to one 啦， depending on 那个 ward 啦，那个 ward 会比较小的，少的，那个是比较 special 的 ward 啦，意思讲比较有最多是二十人啊，或者是两个 ward 二十人这样啦。So 多 majority 大部分的都是在普通 ward 里面，就是说好像是你想象意思好像一个 camp 这样咯，他们就在那边睡啊，然后做 activity 啊，然后比较稳定的时候可以回家就可以回家咯。如果有些是没有家了，但我们尽量是做 rehab activity 咯。所以有些是没有 contact 不到家人，所以 we help them 啦。所以有些是我们做 farm， 我们不错啊，以前我们有种火龙果的所以我们有开 wash 啊 farming 啊，然后我们有做我有 fish pond 啊 ，OK， 但有些是比较我们尽量帮助啦，所以我们可以 train 的，他们家可以有些是在外面做的，也是讲他们有地方去嘛，所以在里面住，但就白天就去外面做工咯，所以有些是做 restaurant 啊，做店啊这种咯，但of course there is also another few wards 啦，有几个 wards 是 legal ward 来的，这些是有 legal issue 的。比如讲有些事情发生是 court send 他们会过来的 for 治疗也好或者是 for assessment 都好啦， as 那个 process 啦，因为他有 procedure 他有 plea 的，所以那些是很 specific， 因为那个需要很比较严格的 report 的，所以有很多 assessment 的。所以大概是讲其他四个 hospital 我们的system 都是大概是这样的 ，OK。Of course， 我们是 in term of land 是最大的。Johor 那个他们的 rehab activity 其实很好一下，他们有自己的 company， 有做 catering 的 business 这些也是有。沙巴沙拉那些比较小了 ，OK。第三我们的 ward 啦哈，所以大概是好像一个 ward， 好像一个 camp 这样就我们没有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啦。OK， 因为我有千多个人啦。Stable 的有啊，我们有好像一个 house 像那边的，他们可以有些比较稳定的，他好像一个 house double story 是四个人住的。我们 meet 那个是很 stable 的啦，他没有可能回去，所以我们有 keep 到他在那边。Then I think currently we are trying to convert 有些是我们里面的 staff hostel， 我们 convert 给 patient 住。So the idea 现在是我们尽量要给他们 integrate 回去 society， 就不要留在医院里面了。But of course， 有些是病人是比较不稳定的时候 ，then 偶尔会需要到药房，因为人民版我们给药的时候给他睡觉，他需要一点时间的。So 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护病人啦，也是要保护其他人啦，其他病人跟病人的这样啦。So until 那个 medicine work， 但是我们有时候要绑，等他睡觉了，你就可以开了。OK， 也是要11点了啦，然后医生都做工做了累了一整个礼拜，你们好饶过他了啦。好啦，我们就到这边了哈，再次代表大家。要去观众老不带看。谢谢，谢谢医生，
Okay. Yeah,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doctor.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Doctor. Bye bye. Bye bye. Good night. Okay.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